谢谢谢谢。是，站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了。这第三回了，哎，好几次来到这个天津卫视相声春晚，嗯，特别的高兴，特别的激动。是，其实呢，在这个舞台演出啊，不好演。怎么不好演呀？有难度。您说说。有难度，大家的心态不一样，我们的心态也有变化。哦，互相都有变化。那当然了，嗯、就比如说后边这些观众怎么样？等着笑我的包袱。哦，笑你的包袱。哎，哦，而师兄弟们怎么样？等着笑话我的包袱。憋着瞧你笑话呢，那心态不一样。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等着师兄弟们怎么笑话我的包袱。好家伙，好难啊。是难。我这些年我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。哦，不光心态吧，看这意思。有变化，有变化。嗯、哎、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第一年我来这个舞台演出的时候、嗯、觉得没事没关系。怎么呢？咱们俩最红啊。哦，咱俩最火呀。是是是，咱俩说什么大家都应该能够乐，观众爱听，不怕有自信。是是是。第二年坏了。怎么就坏了？我们单位火了一大片。哦，火了不少人啊。哟呵，我的天都塌了。各位，哇，您这天这么快就塌了？他们不能红啊，他们不能火呀。人家凭什么不能红啊？我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，我看自己的播放量啊，我一搜岳云鹏播放量差不多5000万。可以了，你还可以吧？嗯，张某雷，干嘛还张某雷呀？你直接说出来不好吗？我不说。哎，这好，我不想让他再红。张某雷，记字儿啊。点击量1亿，人家多火呀！我天塌了，各位。啊，您这天太低了也。我赶紧啊进粉丝群，让我的粉丝帮我刷短视频，您等会儿播放量，您等会儿。咱们公司规定啊，演员不能进粉丝群。怎么了？你在乎那个？我在乎。你在乎那个？小号啊。哦，还有小号呢。你没有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哦，小号，小号，让我媳妇把我拉进群。怎么还有你媳妇呢？我媳妇群主啊。改家庭群了，你看了吗？把我拉进群。嗯，在群里。还发语音呢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生怕人家不知道是他。这文字被截图，到时候一爆，咱多丢人。是是是，那这小号有什么用啊？你发语音，你给我滚啊！一没词儿就这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啊，帮我刷刷短视频的播放量好吗？哎呀，爱你们哟！嚯，哎，好了，蹭蹭的往上涨。好，非法竞争这叫。来来来来，说您，粉丝的力量是强大的。是是是是是，接着搜。啊，接着搜，我再搜，嘿，某麒麟，这你，郭某林，郭其某，你就是少东家就完了，嗯，哎，某麒麟，嗯，播放量2亿，人家火呀，他那年参加综艺多呀，电视剧也好，不行，我受不了，这都受不了，各位，我的天，啊，你的天也塌了啊，您光天塌呀，您地不漏啊。啊，你管人地漏干什么？废话，你这怎么光天塌？不像，不要提漏这个词儿，好吗？好好好，不要提，不要提，是是，疼着了现在。是是是，你也记这个啊？你记记口不好吗？光记字儿干嘛？到哪儿了？母麒麟，母麒麟，对对，那我得进群啊！啊，是又进群？那当然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哦，朋友们，帮我刷刷短视频播放量好吗？嗯，爱你们哟。是，没发现没发出去？怎么呢？把我屏蔽了。哦，你媳妇退群了，可能是。可能是，可能是。哦，但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那年啊，我潜心研究相声。啊，努力了。努力了。嗯，大家都火，咱也得努力啊。是是是。那年天津相声春晚，嗯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记得吗？你努力了，马克奇上热搜了，这叫人话吗？这个 那你努力是马克奇努力了啊。共同努力，就是您那，就是您那努完了以后，您那作品把马克奇带火了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行，说不清楚话，这玩意儿。转过年了，又发现，嘿，怎么呢？又火了一大片。是的，这不都火，这锅底都火了，就连烧饼都火了。这就连就连烧饼都火了。您这话说有问题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就连呀？人烧饼凭什么不能火呀？烧饼在我眼里就是个弱智啊，他怎么能红呢？不是您这话有点损了，这怎么能红呢？你真行，你不说他
什么心态？某贺堂，某什么贤，都是某啊，都火了，憋着某人家呢。微博转评赞比我多呀，那人家火，人长得好看的还，转评赞比我多，我受得了吗？我的天，又塌了，嗯，现在没力气了我。你甭说他，啊，就连我徒弟，你徒弟谁呀？刘晓婷。哎，这怎么没某字啊？你甭管，那是我徒弟。哎，这还真疼自己徒弟。刘晓婷，嗯，微博转评赞比我多。人家火，我受不了啊！哦，徒弟火都不行，不行，哎、我天塌了、啊，我天塌了，把我另外一个徒弟、某局叫过来。你们上局不说了，他还差点，哦、也分啊。局仔，你看这个数据，嗯，你师哥转评赞比我多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不想活了，宝贝儿，我不想活了。嚯、哦，交给遗嘱了，师傅，小了，嚯、哦，跟你一模一样，这说话的劲头啊。小了，小了。说你什么小了？伤口小，这是怎么着？长上了？怎么什么就师傅就小了？心眼小了。本身你心眼都不大，听这话。心眼小了、嗯，我师哥红对你有好处。这有什么好处？你想啊，他赚了钱，将来能孝敬您，对不对？哦。再说了，我师爷那么多徒弟，好几个红的，我师爷沮丧过吗？我师爷难受过吗？没有。我师爷还想办法让其他徒弟都红啊。对呀，这是一个师傅应该干的事儿啊。是，您得想办法让其他徒弟也红啊。哎呀，你看人小菊说这话，你给我死去。哎，我火一个徒弟我都受不了，我火俩我不得死去吗？啊，什么心态呀、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些年我的心态逐渐的有了些变化。是，越变越坏。不行啊，我得找找原因呢，自己。你好好找找原因吧。为什么越来越不红了呢？对呀，就你这心态红不了。我的曲线啊，各位。什么？我的曲线？您怎么还有曲线呢？啊，不是那种曲线，就是我红的那个曲线。您什么？你红曲线什么样？我瞧瞧。比如说，从2010年开始啊，我是这样。哦，这平稳。11、12。哎呦嚯！13。哎呦嚯！爬坡。14。哎呦嚯！15。呦呦呦！16。呦嚯！怎么上去了啊？17。哎呦，18。嚯，19。哎呀呀呀，20。嚯，21。哎呀，22。这就埋了啊！完了。哦。我曲线是这样的。您这就顶峰一下就完了。能不难过吗？您这找找原因吧。赖谁呀？光分析这个没有用。赖你。怎么？哎，你先等会儿。赖你。我有我什么事儿啊？跟你有特别大的关系。措辞一下还得，也怕我当时翻脸是吧？你捧哏不行，不是不您别这么说着，我怎么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在德云社捧哏位置排第几？你说你非得问这问题？你快点，哥在这坐，好久没人笑了，你快点。没人笑跟我什么关系？那行，排第16吧，吉利，行吧。你看还挺谦虚，要6嘛，要顺嘛。排第16啊，心态有问题。我16都心态有问题。哎，你捧哏差很多，叫我这些师兄弟当中，你差很多。我怎么了？人家那个捧哏的多棒，人谁？高九成，能说会唱。人嗓子好，怎么了？朱鹤松啊，捧哏巨匠。周九良捧得恰当。哎呦呦，郎和炎怎么样？那就算了，那个算了，像话。郎和炎跟张鹤伦啊，配合的棒棒。还棒棒，还哦，孙悦怎么了？只会养大象。你怎么？你说多少年这事儿？捧哏很差呀、啊，而且很多作品他都不演呐、啊，各位。我怎么不演啊？他都不演。我怎么不演啊？反气口你演过吗？我演过群的呀，没跟你演。为什么跟我不演？你不像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我不像啊？你迟钝也不好、啊、你，对不对？我特别喜欢朱鹤松。你嫁给他，洪阳洞，你不会啊？你问我干嘛？你根本就不会。我说演洪阳洞啊，我不会，就是你。你看这不红的原因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到他这没关系了，你看了吗？没关系，这个人台上台下不一样。不是，什么叫不一样啊？台上刚才说自己捧哏第16啊，对吧？对啊。台下怎么跟我说的？我你别胡说啊！我台下说什么了？
你别，人民内部矛盾啊！台下跟我说，我说他跟于谦并列第一，第二是石富宽。这是他的话。谦哥怎么这个样子？这会儿赖人家了。这他怎么能？台上台下不一样，台上是个捧哏的，台下吃瓜群众。我怎么叫吃瓜群众？吃瓜群众，刚才我演了一个包袱啊！嗯，我演了一个包袱。你那哪有包袱？你告诉我。他舔着脸，我演了一个包袱，哪有包袱？我演了，他们都笑了。谁笑了？哪包袱？我听。高九成能说会唱，朱若曾捧哏巨匠。嗯。周九良捧得恰当。是。狼和炎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包袱。对，当然是包袱了。哦。三番四抖啊。哎呦呦呦！很符合逻辑啊。哎呦呵。绝大部分人都笑了，但是这个人跟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小月，咱们不应该这么演。你这不可乐。你应该这么演。我怎么演？高九成能说会唱，我朱鹤松捧哏巨匠，周九良捧得恰当，多好、啊！何九华追求漂亮、啊，你应该这么说。我说跟人家追求漂亮有什么关系？他跟我说，你没有吃瓜。不是人家就这点事儿，我就替人宣传宣传。我以为刚才这个包我能响，但你使没使响啊？对不对？我真的以为我写的时候特别开心。我以为能想，您说这能红吗？您让各位琢磨琢磨。但是，您在台上捧哏的时候说的挺好的。有一次我们在深圳演出的时候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找他，我们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模仿朱鹤松？我学他干嘛呢？我们俩彻夜长谈。对呀、啊，你猜他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在深圳的酒店里大嘴巴子撤了我一夜。废话，我也一宿没睡啊。就跟我睡了似的，怎么了？你说这干嘛你？你模仿人家不行吗？我凭什么学他呀我？还有一次在郑州，我找他去了、在酒店，我说孙老师，以后捧哏能不能学一下云杰师哥的发型？我干嘛学的？他呢？在郑州的酒店里用河南话骂了我一宿。我这叫入乡随俗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我有那发量吗我？有一次在重庆，我让他模仿杨九郎的憨憨，还憨憨，哎。杨九郎的憨憨，他在重庆灌了我二斤辣椒，我差一点得痔疮啊！各位，你就跟现在没得似的，真行了你！太讨厌，都赖你！我就是我不学别人，我不红都赖你！你甭赖我，岳云鹏，嘿，嘿，瞧着我，嘿，瞧着我，我不敢扒拉你，我都。我跟你说，你甭赖我，这么着，咱俩今儿都说这程度了，今儿咱俩就撕破脸说，知道吗？我是有我的不对。对不对？我有我主观意识的问题，但是问题说话说回来了，你之前因为什么火的？你不记得吗？我因为什么火的？你因为什么火？你不记得吗？因为我自己有能力啊。你别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你有什么能力啊？你是因为什么表演方式火的？你不记得吗？我全国人都知道，淳朴。什么淳朴、啊？要不要脸呀、啊？你就是个便宜。真行，还淳朴，不要脸，知道吗？你这是靠不要脸火的。你不火的原因，现在是站台上要脸了。你瞧这个，站台上我现在是角儿了，我是腕儿了。哎呀，我得收一收，要脸了，不火了，知道吗？你得不要脸。刚才他说完，刚才他那一段，大家伙鼓掌了。你们也认为？我应该不要脸是吗？你应该越便宜越好。便宜，要多便宜多便宜。我应该找回2016年那会儿的状态是吗？2016年的物价。你现在别要脸，你要脸观众就不乐。你努力，跟那个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你就把那劲儿都拿出来，站台上你当你就火了。我还得重新做心理建设。不用，打开心扉。不用建设，在心里一直藏着呢。是吗？对，建好了，把我原来那个状态，台上骚骚的贱贱的感觉拿出来是吗？骚骚就算了，贱贱。渐行渐远，把我渐渐那个感觉重新拿出来吗？对，大家就能乐了吗？能乐，我就能火了吗？能火。
你比他们都强，知道吗？那再试试吧。您来呀，试试吧。这汤就火了，好家伙的，好蘸你都口脸，是不是？对，您来。我好难受，我接下来要演的这一段。您没事，坚持住，为了火，咱不能撒汤漏水。我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您来，您来。出剑啊！剑，我剑剑，我要重新剑。对对，剑，鞠躬。哎哎哎，开始啊！好。谢谢，又来到天津春晚的。哎呀，你看好多人，我的天！哎呦呦，好家伙！哎呀，你哎，火不火？来来来，继续。他们都给我鼓掌，我的天哪！是，这么神奇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哎，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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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认清自己。包真响了，对，这是包袱。我的妈呀！大家喜欢看这个？继续，继续。好好好，之前那个状态，我叫岳云鹏。哎，岳云鹏都不行了。哦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是是是，他叫孙越。嘿，哇，真的能红！好，我再模仿一下。我原来我最红的时候，我转圈那个状态，好不好？你来一套，你来一套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你看各位瞧着多好，这个。哎哎。这样我就能红了，你就能糊了。下面请您欣赏三人行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、岳云鹏。说话，我师父不说话，我们不敢说话啊，就跟在家一样，就规矩啊。我师父不动筷子，我们也不敢吃饭啊。这个刚才是我师哥孔云龙，怎么那么高兴啊？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师哥，我的妈哟，干一身汗都出来了。我这个干活干一身汗很正常。就是，对你别以为是你吃饭那个一身、啊，吓我一跳。这个，二位都是我师哥，孔云龙、李云杰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对，这场又把我们爷仨换上来了。哎，我们爷仨很少很少在一起演出。对对。哎，今天又是跨年，在我们德云社跨年啊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。什么？说我师父和于大爷跟谁演群口，就说明要捧谁。这都是民间传说。哎，我看出来了啊，要捧我，要捧我，你还用捧啊？你红不了，不用不用捧啊。得稍微捧一下啊，稍微捧一下。哎，我呀，跟这个三哥是去年的今天在这儿大红大紫，八马褂儿。对了，八马褂吗？我们在后台特别的羡慕。嗯，那会儿就。立下一个誓愿，怎么说的？希望有一天能够跟于大爷、跟我师父再演一次八马褂。啊，不可能！哎，怎么给回了您这个？他已经红成这个样子了，咱不用再八马褂了呀。对，咱用不着捧了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们仨，还我们仨，你听人这老河南的北京话啊，我们仨啊，您别老捧我底儿行不行？什么叫老河南的北京话？哦哦哦，嗨。没人知道啊，耶，没人不知道啊，我纯纯的老北京，这个小说的可中，我们仨虽然今天啊不演八马褂，但是能够在一起演出就很开心了啊，就是捧，就很高兴了。我来德云社多少年了？嗯，我听那位朋友说你来德云社多少年了？我呀，啊，我今年第17年了。你看看，哦，还没有德云社就有他。嗯，怎么会？德云社马上百年老字号了。呵，你看看，各位来着了 啊！我们这是祖传七辈的买卖，这是第一辈儿 啊。十几年了，十几年了哈。哎，我的青春
都在德云社。明天就第十八年了。哎，对啊，真是的啊，青春都留在德云社的后台，也学了很多的东西。嗯，前几年我师父也捧我啊，让我参加综艺节目，对，啊，让我拍电影，哎，也所谓的红了。啊，就是红了。哎，怎么那么贱呢？你这个不是大，这是我的表演风格。对对对，啊，哦，表演风格就是贱，就是便宜啊。嗯，二位得习惯。慢慢，我早习惯了，早习惯了。继续你的表演，零钱。嗯，什么叫零钱？特别便宜是吗？特别便宜，零钱。哎，钢镚儿，所谓的红了。钢镚儿是不是得存在儿童银行？存钱说一声，咱有人啊。对对，那边刘杰堂那边是。继续您的老包袱。说完了，我们说完了，没事。王姐，王姐，您继续套丝袜。回来吧，孩子啊。嗯，说到哪儿了？快说到花椒木了。嗯，十八年了。十八年了，对，这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，哎，很好啊。我看网上有人说岳云鹏成绩比他师傅高，这准是你自己说的。嗯，没有没有没有啊。这个我经常啊，有时候在网上看一些个评论呐，啊，看一些个帖子呀，啊，看大家怎么评价咱们哦，从中能够学习一下。是是，哎，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我还有不好的呢。对，那就不一一列举了。你告诉我，我去骂他们去。不不不，骂不过人家，骂不过人家。哎，对，我新年立了 flag 了啊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去的地儿不去。你冲那边说去。好，别跟孩子说这个啊。嗯，你说你的。嗯，这是群口。嗨，我管你呢。甚至啊，有的帖子呀，挑拨离间，我不爱提啊，各位，我不爱提。我没说内容呢，您急什么？帮助一下你的情绪。有这样一个帖子，说什么？说郭老师和于老师谁的地位更高？有吧？有这样的帖子吧？我觉得这没必要挑拨离间。成绩是两个人的事儿，哪儿不能比？哎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必要比啊。二位，还是年轻。嗯，我问你啊，我是你的什么人？老恩师啊。我是你师父。对呀。这儿是你的什么人？我大大。对，对吧？你管他叫谦大爷。大爷，对不对？没有师父，哪儿来的大爷？你想这道理，先有师父，这才有师大爷。否则话，这个大爷就是个修车的。你想这个道理？哎，对，有道理。我怎么就修车去？还是您的地位更高一些？哎，孩子，你别同着你大爷说这种话，心里有师父就明白。没事，大过年的，你不得让人痛快痛快吗？是不是？在家里不痛快，出来也不痛快，还让人活吗？对吧？我怎么在家里就不痛快了？我倒是在你家里挺痛快的啊。哎。你再去你小狗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的孩子，师傅，你老让我在这翻篇是吗？不重要。你不是逗哏的吗？你二位在乎我逗哏的吗？你二位？哎，我怎么不在乎逗哏的？我就是逗哏的呀。那您说逗哏的好，捧哏的好？你这去。因为工作它是有分工，对呀。您举个例子来说，可能是我在专业方面啊，在舞台的把控方面啊，种种原因吧，也是大家的疼爱，我可能是比你大爷呢，就是强个几万倍。但是呢，但是我们几万的翻呢，您这啊，就是强不了多少，强一丢丢吧。我比你大爷强这么一花椒木，也就是，也就这样啊。但是啊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。对，我们得尊重啊。我还是很尊重你。比如说啊，当然这话说的有点骄傲了，好在没有外人。你比如说啊，你看，你别听啊，我凭什么不听啊？要说自己的成绩了。你看着，嗯，我上过春晚。对，虽说没有你上的次数多，但是我也上过春晚啊。不骄傲，不骄傲。上过春晚啊，我举办过大型的商演。嗯。
啊，最多的一场，比如在上海那一场，观众28000多人，这是中国相声史上没有的。哦、这个我做过啊。您上过春晚，进过万人体育馆，而且你看，咱们带着队伍全世界的巡演，除了非洲我没去，是不是？几乎的我都差不多了。还真是，这都是您的成绩。这几样都是我。哎啊，您这几样哪样不是我站边上？我也都在。我是德云班主啊，人家相声皇后啊，打平啊，师傅，我以为您多厉害呢，说了三个成绩都有余了。我徒弟多，我们家牲狗多。对不对？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，我那牲口都拿大奖，得冠军。师傅，啊，加油！我加个6啊，我啊，那怎么跟牲口比啊？但是大爷，朋友多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整个娱乐圈影视圈我都是朋友，我整个相声界我都是朋友。不对呀，我就是相声界啊。对啊，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呢？说的有道理倒是。嗯嗯，略败。他把我绕在里头了哈，略败。但是于老师还有很多成绩。他有什么成绩啊？于老师演过话剧，全国巡演。我儿子的话剧全国巡演。于老师拿过澳门影帝。我儿子澳门影帝。于老师是国家3级演员。我也看过那个3级的那个，那去，那个演员的片子，我有，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去澳门拿奖就是我儿子，嗯，哼，这还没法掰扯，你这玩意儿啊，是，这都怨你，告诉你们，大年下你咱别找不痛快啊，谁找不痛快？捧哏的少说话。少说话，就是人家我说什么你啊？我凭什么？干嘛少说话呀？那你这就没意思。不是这说相声，你们不了解他，知道吗？他父亲是儿童银行的行长，知道吗？你说这没一上班，让人大姐躺那儿，不是说这没有老太太贫血。比归比，您别老人身攻击。谁哪有人身攻击啊？对不对？没有你啊！别吵架，大过年的少说。别吵，谁跟你没吵？这不你挑着呢吗？这别吵架，你不是你本身你们就挑唆，谁挑唆？你还老说人家。这发帖子饺子叫哦，这哪儿什么？你我是干什么了？都是你干什么？行了，哎呀，你好家伙，他以为他是我儿子，你看见了吗？谁呀？好家伙，我外边一挣，你跟家一吃，你算得意了，你啊？好，我真吃是怎么着？我这干嘛呀？怎么着？那马褂给我。我嗨，哪有马褂？哪有马？到这会儿急了，该要马褂了。这怎么还吵起来了，二位？不是、啊、你不是，这刚才不就是话赶话儿？你这大过年的，我们马上就辞旧迎新了，我们马上就进入2022年了，怎么还吵起来了呢？怎么？干嘛呀？以为你要哭呢。别吵，丢人不丢人？这么多人，好几千观众，我看您二位在这吵架。他们都花钱买票看我们吵架来，这还不好买呢，我告诉你啊。今天有没有录像啊？有，对不对？还有人会发到网上，明天就有新闻了。你还等他们？还明天？今天优酷就有了，你现在上网看就有了。明天上了新闻，有标题：郭德纲、于谦撕破沙皮脸。你等会儿，丢人不丢人？等会儿，撕破什么脸？撕破什么脸？沙皮脸。这个说话就像是你师父，他撕的我，对吗？我救不了您了，嗯，废话，他们老拿我这说事，嗯，他这就是一个比喻，一个拟人化的形容词嘛。那你什么人呢？啊，咱们是一个集体啊，就叫撕破脸，就是撕破沙皮脸。
这我得劝你啊！你见过沙皮带着花毛吗？对不对？咱有什么说什么。咱养过狗，沙皮都是短毛的。哎，你去过去咬它去。您跟我普及这个知识干什么？对吧？咱就说这事，别吵架。谁吵架了呀？我看见二位马上就要打起来了。不能够，放心，不会。哪们那交情你不知道啊？您二位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后辈晚辈这些心里啊，都是最棒的。啊，你是我们的榜样啊！原来的那么些经典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卖武器啊，我说过。白事会，对。卖布头，我要幸福。嗯、我这一辈子，我这系列全都是经典呀、啊，师傅。嗨，那。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您二位当时多么的默契。再说您二位这个名字，首先它就是捆绑在一起的，郭德纲于谦捆绑在一起的、啊、对不对啊？我跟孙越也是捆绑在一起的呀。那你说于谦、岳云鹏、孙越、侯宝林那个谁，这都是捆绑到那谁那谁呀、啊、怎么到人家大师你过去了？不是，他那搭档死得早，我也忘了，我说后来老换嘛，对不对？这捆绑到一起的，这不能吵架。我们当时吃过多少苦您二位忘了吗？怎么还吵上了呢？这哪能忘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那会儿啥活都接，也不挣钱啊，啥活都干，啥活都接。庙会咱也干过吧，师傅？那当然了，那年头庙会是好活啊。三十晚上我师傅就睡俩小时，嗯，初二早上起来就爬着就你等会儿，三十晚上睡俩小时，初一我干嘛去了？初二爬起来跑着庙会，初一我干嘛去了？初一睡一天啊。那初二应该挺精神的，干嘛爬着去啊？对啊，爬起来。哦，不是爬着去啊？不是不是，对，爬起来都远。对啊，肩也不能爬着去、啊、爬到车上去嘛、啊、多么冷的天儿，那会儿活也干啊。那是，对不对？庙会啊，各位，特别冷。那会儿有我、栾云平、烧饼、小辫儿。我记得小辫那会儿冻得嘚嘚的。小辫那会儿为了体面，小孩他都知道要脸儿，羽绒服外面套大褂。对，这是要脸吗？这个要羽绒服外面套大褂，那还能有脸吗？那个他冷啊。嗯，他唱太平歌词，手上打板只剩花板了，冻得手。这个叫少年帕金森。嗨，你就别起名字了，别起名字了。少帕小辫的小辫冻得都硬了，你得亏说是小辫儿，嗯嗯，我以为耳朵根子呢啊，多不容易啊，怎么还吵起来？我记得那会儿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饨啊、哦、买什么馄饨？哦，您听成什么了？买一红饨啊，这老北京人说话就这样，有口音、啊、接近郑州方言。 嗯，给您买了一碗馄饨，给您端馄饨。你再说一遍，肖儿，你再说一遍。烧饼去买了一碗馄饨，俺这都叫馄饨，咋了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听明白了。嗯，还叫不叫说了？咋了？哎，娘那个脚！嗯，馄饨怎么样了呀？啊，咋嘞？哎，对，北镇跨年搁这，哎呀妈咦！买了一碗馄饨，买了一碗馄饨，什么？啊、我非给你纠正好了，给他再说一遍。烧饼给您买了一碗馄，给您买了一碗饺子，带汤的饺子，是吧？我就想吃馄饨，不是烧饼吗？烧饼，烧饼是人名字，不是吃的馄烧饼馄饨。喝馄饨，他得吃，就是买点别的吧。嗯，买了一碗带汤的饺子，就给您端过来了。那叫馄饨。我的妈哟！反正就是里边有馅儿，就买了一碗带汤的有馅儿的东西。那不行，那我也不说饺子了。必须说明白，有馅儿还是带汤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啊，你从说元宵啊，酸汤饺子。烧饼那天他没去。那谁买的这碗馄饨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孩子，我饿呀。
我去买的，我给您买了一碗鸡蛋汤，可以了吗，爸爸？可以了吗？你饶了我吧，行吗？那中了。我河南人，不了，我来这儿。这里边没有，这鸡蛋汤里边没有有皮儿有馅儿的那种。你闭嘴。闭嘴！怎么跟你大爷说话？我刚才一直在替你说话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没有这馄饨，我们不显着磨叽。呀，可好？呀呵，可好？别卡！哎，大姐说来碗胡辣汤啊、嗯！终于来老乡了。哎，哎，可好？哪儿的人啊？这是烧饼他妈。啊，乐得直掉芝麻。哎，聊点别的吧，聊点别的吧啊！给您端过来一碗汤。哎，对，一碗汤，大冷天我来碗汤。一碗汤，你把馄饨都吃了。哎哎哎，来，来，来，我活不了了。见过岳云鹏撒撒泼吗？见过吗？干什么？这些年是没有。俩人加起来八九十了，在那欺负一个小孩。回来了。干什么？啊，跟一碗馄饨过不去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没吃过馄饨吗？那是，那是，那是。不就我们有口音吗？怎么了？行了，回来吧，孩子，回来吧。饺子也不行，鸡蛋汤也不行。啊，行，好了。俩老艺术家在这没完没了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咱俩人就算是跟他一块蹭个春晚上了。哎，那你把我的馄饨吃了？我没吃，我没。他说的呀，端过来之后，您说让你大爷先吃，你大爷比我冷啊啊，多么的默契，他是这画面多么的和谐。对对，我端给大爷，大爷说这是什么？我说这是。本身我们都没提这茬儿，赖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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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啊，这是一碗热汤。热汤，大爷说：“哎呦，哎呦，馄饨呢？”大爷说：“让你师傅先喝。”嗯，哎，这俩人互相谦让，谁都没喝。这会儿，小辫从台上下来了。啊，张云雷下来了。哎，张云雷喝了，眼瞅着那个小辫就软了，知道吗？暖和过来了，暖和过来了。嗯，你说这二位互相谦让，那会儿的默契呢？那会儿的和谐呢？默契上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要是有馄饨，我们就不让了。就一碗汤，让他喝去吧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刚才腰扭了一下，是吧？嗯，你看这事闹的，那会儿的默契呢，对不对？刚才还吵起来，我的节目我都不想进行下去了，真的。别介别介，孩子，你说的话我还爱听。庙会第二天吃的什么呢？没有第二天了，咱就应了一天，咱就说不能啊！初一睡一天，初二去的，初三就不挣钱了。初二去就喝碗汤回来，庙会我就哪怕有馄饨也是好的呀。庙会的故事我就写了刚才那么一点儿，还有别的呢。哦哦哦哦哦哦，那你再说说说说啊，嗯，那会儿饺子什么的，没有馅儿活了，没有了，让孩子稳定一下情绪啊。后边你写的是什么呀？我后边写的是我们为了赚钱，那会儿哪儿都去，都去哪儿了？只要是不能哪儿都去，我起过誓再去是小狗。那会儿，哦哦，那会儿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会儿还没开始呢。那会儿，只要有相声说就可以。延庆有一场演出，不给给200块钱啊，不管吃不管住，当天去当天回，多不容易。二位赢了，这会儿得接了。那是，但是那会儿没有车，俩人只能坐公交车，919德胜门出发，俩人坐公交车，还带着助理。我们也浪催的，啊，我跟着去的。我跟人去的，还带着你呢。对啊，我递了两包。你就是助理啊？啊，瞧不起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递了两包。我们从德胜门出发，919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也挺冷的。俩人一上去，司机说：“哎，打票，得交票啊。”于老师第一个冲后边，我师傅第二个。上来冲我，那会儿多么的默契。我上来我交了6块钱，那会儿便宜，公交车上也没座，我咽个半天，好不容易弄一个座，
我说师傅您坐这儿，俩人又互相谦让上了。哎，让你大爷先坐。我说大爷，您先坐。哎，让你师傅先坐。你那会儿的默契，你坐，我吃那馄饨就行了。你坐，这并没有馄饨了，哎、没有馄饨了。那不是我吃了吗？你师傅坐了，你也没吃，他给你端也是那碗汤。您是想我刚才这段没有包袱是吗？我觉得还能再玩会儿。别玩了，别玩了。嗯、师傅，下次演出第一段您也带着我好吗？要不说听我们的演出呢，你一会儿都不能走神，要不然大伙儿乐你不知道因为什么。幸亏刚才那段我听了，花椒木我听了。啊，你要没听早就过去了。就说那会儿就默契，那是真默契，互相谦让，对，互相谦让，对对对。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师傅演出啊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就喜欢在台上啊，搁一个小纸条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？是最早喜欢台上搁一个小纸条。哟，这点商业机密都让你给说了啊！在这儿，他可能很多节目他记不住，嗯，啊，跟可能跟岁数有点关系，他记不住。不，打十二年就这样啊。但是于老师呢很聪明，两个人就默契啊。两个人于老师呢偷偷的用这个手绢给他盖住。嗯，我用他给我盖上，这叫默契啊。这个当然这是默契，怕观众看见啊。我也看不见了，但是您有主意啊。啊、哦、那会儿有主意啊。啊、哦、我师傅假装擦汗，对不对？嗯，假装擦汗。哎，盖上，他就记住接下来要说什么了，啊，就看见了，哎，对，最早是这么看，年轻那会儿，后来岁数大了，看不清了，拿起手绢，都以为这上面有镜子呢，啊，假装擦汗，哎，那次演出的时候，真出汗了，热呀，拿起来就擦，哎，把这个纸条啊，带上来了，带上啊。擦到这个后脑勺上，自己不知道啊，但于老师作为捧哏，他这个位置看得见啊，那有默契啊，两个人有默契啊，说相声，德刚啊，他干嘛了？于老师这个手哎，往这一拍，手绢一盖，俩人继续演，这是默契啊，各位。然后我又能这样看。我还以为那我的词儿呢，这是两个人的默契啊。说的对，所以说刚才咱们没必要吵架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小细节，我们北展演出每次都是7:30开始演，对，6:30所有演员都准备好了。是的，7:00的时候，如果我师傅没有来，于老师一定把大褂穿好了，嗯，就跟我们说，嗯，别着急，你师傅肯定堵车了，嗯，这是默契，耽误不了。哎，耽误不了。对。我们7:30开始，6:30所有演员准备好。7:00，如果于老师没来，嗯，我师傅肯定把大褂穿好了，跟我们说，你大爷肯定喝多了。这是默契呀，各位。就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一次表演了一个节目叫《汾河湾》，想不到的事情啊，默契默契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默契。其实白天我就劝他，他再开一瓶吧。我说默契啊，他又开。啊，默契啊，嗯！后来我们才明白，为什么我师父演出都带着高老师。就是于老师来不了的时候，喝多了的时候，高老师给我师父捧哏。因为高老师不喝酒。不喝酒不会啊。哦。有一次。稳当。有一次，高老师也没来，于老师也没来，就我跟孙越在后台。嗯。孙越在后台算是一个捧哏的，我师父没办法了，孙越来，咱俩演一个。嗯。孙越给我师父捧哏。捧了一段，哦，下来跟我说，小月，嗯，孙越的捧哏，嗯，太次了，哈，你这合适吗？这个话你这样说，所以说今天我的主要目的，是想跟您说一下，怎么样？我想换一个捧哏的，续都这么半天，就这目的呀？你早说呀，哦，就想这个呢。你要一上台你就说这句话，这会儿孙越都是馄饨馅儿了。老有馄饨干什么？你也不能这么说，孙越这个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是没有苦劳还有牢骚，没有牢骚没有胸毛还有腿毛，是不是？嗨，
反正这些年来也不容易在很不错了，很好了啊。是啊，我觉得不能说是珠联珠合吧，最起码来说、哎、俩珠啊，最起码站在你旁边我认为好看。对啊，你不能这样孩子啊。嗯，你就说你除了孙越你说还有谁能用，你说呢？我想用于老师那个馄饨的事儿，你先说。对，不要再提馄饨了、嗯。刚才就是馄饨那一段，所有朋友都掐掉啊！凭什么呀？我卖的就是这段啊！太丢。这个你说的这可以理解啊，可能你跟孙越之间会有什么小的矛盾呐、啊，有一些个不太愉快的事情啊。但是你们两个每次分钱的时候，不是挺开心吗？是吧？那倒是，就得冲一样。我跟你大爷在台上，有时候一说于家这个于家那个了，你于大妈怎样怎样，你大爷可能也当时不高兴，但是后台一分账的时候，他也乐得都闭不上嘴，啊，我也都忘了。哎，人就冲一样就得了啊。行了，岳云鹏，所以说不给我换搭档了。别换了，有什么可换的啊？我跟孙越也捆绑在一起。对对，你们捆绑在一起啊，本身都这么多年了，就一直捆绑着呢。啊，你跟他绑那块你还暖和呢，好吧？暖和是什么？暖和啊，暖和，暖和。行了，行了，别磨叽了啊！新年新气象，今儿过年了，大年下你后台你告诉他，咱俩分手，对孙越来说是个打击。哎，啊，是，对了，不重要，你明天上午再分手，好不好？啊，新年新气象。对，过了12点你再跟他分手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么些观众了，别让人瞧咱笑话。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咱这样，咱们得给大伙儿啊拜个年。哎，让人看看说相声的不是光吵架，不是光说闲白，我真有默契。哎，对了，默契很重要。对对，明儿仨站好了，志志诚诚给大伙儿鞠躬，说一句拜年的话。咱们说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大伙儿看看说相声的多团结，准备好啊！哎，谢谢各位，预备开始。祝大家万事如意，新年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刚才你是说什么来了？从哪儿开始说呀？哎，新年新气象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来，新年新啊，预备，开始。祝大家明天我就买一碗馄饨。祝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最喜欢吃馄饨，馄饨和饺子是我最喜欢。你先别说话了，行吗？行，你先别说话，看我们哥俩。你看着我啊，看着我，一块儿张嘴。刚才我也错了，张嘴。哦，别出声。哎，来，新年，新年，哎、祝大家新年新万新新春新新万事。你先来，先来，一块儿，来，看着，祝大家新春快说话。一二三，说了，说了，去你的吧，什么乱七八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请您欣赏造图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，谢谢。这个又一次又吃胖了哈，又。瘦了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孙老师瘦了。对，这个眼镜啊。好久没有演出了，又一次站在这个北展的舞台上。是。今天是封箱啊、哎。对。往年封箱后台满地的这个羽绒服。啊、今天没有想到这个封箱这么的春啊。春都封了、啊。春天封箱也是想象不到。我们俩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对。也是很久没有在一起演出了。我记得是上一次演出是在某晚会上啊，春晚哈、啊。对、嗯，哎呀，上个春晚，那个特别高兴，特别开心啊。就会说这个，
没有那个意思啊。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，是特别特别开心，特别好啊。这个在座的观众可能都累了，对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跨年演出的时候，我们俩上场是在11:30以后，也差不多。今天上场是12点了吧？12点了。嗯啊，59哈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说啊。今天这个时间呢，给我们稍微的多一些啊。对，这个朋友们有想上厕所的赶紧去啊。对，我怕一会儿大家都累了。对啊，醒醒盹儿。我们两个呢也喜欢说相声。是，说相声站在台上穿的这个衣服呢，我们这叫大褂儿。哎，对啊，里边还有裤子啊，多新鲜呢。我怕有人不知道里边穿的是什么，我还得展示。那裤子改旗袍了，干脆展示一下啊。嗯，穿的这个大褂，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啊，很少穿这个大褂啊，不方便。嗯，不方便，走哪去也不方便。嗯，穿这个唐装的时候比较多。中式啊。哎，中式，参加很多活动。哦，还有活动。前段时间我穿这个中式，参加一个活动。什么活动？哎，好事啊。那您说，烧饼家里的事儿。哦，我们那个饼饼。哎，饼饼，烧饼给他爸爸办满月，那天我们都去了。我穿的这个中式，呵，您等会儿，这都什么撵财的招啊？给他爸爸办满月，往反了办。烧饼能给他爸爸办满月吗？你说的，烧饼的爸爸给烧饼的弟弟办满月。烧饼他爸爸又生一个二胎。那烧饼他爸爸好心天不就这个了吗？不耽误，啊，老当益壮啊！给烧饼的弟弟办满月，是我们都去了。我跟烧饼师兄弟啊，对，我们这关系，我到那儿应该干点什么？您说，您想帮个忙？对呀，那您来点知客，知客，嗯，大了，对，招呼招呼客人，对，这活我干不了。不了首先认识的人得多，啊，二一个你得能说会道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会说。对，我稍微得差一点，我这个眼力劲儿不行。啊，这倒是，是不是？我干不了这个。除了这个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哎呦，哎，人家有那个收份子那个啊，收礼的，您给人记的账，算账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一会儿瞧这模样，我算账可太会算了。哦，这眼力劲儿有。哎，脑子特别的快，是，而且手也快，手快。那当然了，数钱啊，算账啊。哦，数钱，手快。哦，当天人特别的多，是，收账收了也特别的多啊。就这些账，嗯，我算了3天3宿。啊，一天的事儿算三天。哎，3天3宿没睡觉。这脑子是快吗？这。哎呦，我这眼睛啊，嗯，都有红血丝了。熬的。啊。哎呀。红血丝都能抽出来那种。您查查有没有血吸虫吧。什么词儿？好家伙。后来把这个钱交给了烧饼的父亲，得给人家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烧饼的父亲啊，说我这人不地道，他用这个手骂我。废话，这手骂不了啊，可不用这手骂你吗？啊，不是凭什么骂你不地道呢？说我昧他的钱，你说这老烧多气人。你看这起什么名？老烧？老烧多气人，昧他钱啊？你收人份子昧人份子钱了啊？我3天3宿没睡觉啊？我没问你这个。眼睛都有红血丝了，我的红血丝，哎，这都能抽出来呀、啊！你活该你！不是你收份子收了多少钱？19万。我19万。嗯，那你给老烧多少钱？我给老烧7300，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吧，朋友们？我3天3宿没睡觉。你等会儿，我的眼睛，您等会儿都有红血丝了。等会儿，我这红血丝，你先等会儿，都能。你别的。19万，给人家7300，你给人提成了是怎么着？你还抽红血丝，你活该呀你！你死不死你？早该骂你，我告诉你。他爸把我告了。早该告你。法院让我还给他。多新鲜呢！那我就还给他呗。还人家，大不了就是一场玩笑。我是一场玩笑。哦，好，这么些钱是玩笑。我跟我们后台亲爱的饼饼还能继续走动。哎呦呵，哎，哎呦，您说除了这个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什么您呢？还能干点什么？嗯，就再有这事儿，谁还敢叫你啊？我会的多呀。您还能干这么着吧？嗯，您啊，别沾人，别沾钱。嗯，您就是那个后厨帮忙去。后厨帮忙。嗯，你还别说，这活儿我还能干。
后厨活你也行？我打小就跟着我父亲在后厨干活。哦，跟着父亲干？对啊，我父亲原来就是一个厨师傅。什么？什么叫厨师傅？这仨字朋友们也笑。听过相声吗？听过相声？废话，你要不厨师，怎么还厨师傅？我父亲不是一个正经的厨师。哦，流氓厨师。什么叫流氓厨师？什么不正经厨师？没有证件，没有厨师证。哦，野厨子。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这大家听得懂。北京啊、北京有一个葵花饭店，里边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的父亲，知道吗？什么饭店？那无所谓啊，反正北京有个饭店，里边有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的父亲。哦，葵花饭店岳师傅。嗯，葵花饭店岳师傅，我记得有四个姓岳的呢。葵花饭店里边那个满脸麻子那个岳师傅，那是我父亲。哦，满脸麻子那是你对你父亲。嗯，有仨满脸麻子。葵花饭店满脸麻子戴个眼镜，那是我父亲。哦，满脸麻子戴眼镜有俩。葵花饭店满脸麻子是个瘸子一条腿，那是我的父亲。你非得给我多找一爸爸是不是？这一条腿还瘸子，太难了。等于就是瘫的，那条腿没断利索，真难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坏了，这怎么给人当厨子去？坐着轮椅炒菜是怎么着？坏了，刚才我说了个什么？这是瘸子，还没条腿，完了完了，完了，后边都是我父亲，这怎么办？行了，就是岳师傅是您父亲、岳师傅，哎、哦，我北京人呐，我打小生活在北京的南城，那会儿啊，您等会儿，我真没瞧着，您打小生活在北京南城，对啊，南城哪儿啊？啊，南城哪儿？那个郑州胡同吗？北京有个郑州胡同，你忘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郑州胡同挨着哪儿啊？你别堵我嘴，闭嘴！郑州胡同，闭嘴！不要。北京南边全算南边，北京南城嘛，没听说过。您别胡说，郑州那边嘛，哎，这那算南城啊、嗯，快过黄河了，都快我。你怎么改朱可松了？你怎么？哎，万幸吧你，这要老朱到现在，他爸爸还没出来呢。真是，哎，打小，嗯，我跟我父亲干下手活，知道吗？你父亲包厨，你给打下手活？对啊，啊，那你就是包葱包蒜呗？那叫碎活，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。下手活啊，切菜切肉，那叫墩上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。哦，蒸馒头和面，那叫面二。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。什么叫下手活？就是我爸爸拿什么往出带什么。哦，偷啊！好，偷人家的。你让什么？让什么？怎么了？偷，不能叫偷，那叫什么呀？否。哦，还有行话。哎，这是我爸爸设计的行话。哦，否，缝完了东西要走，不能叫走，那叫绞刑。哦，偷完就给勒死。什么叫勒死？绞刑没掉下来给你，拿绞刑走。哦，绞刑，哎，好家伙，这是在我小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干这活。哎，有一年冬天，嗯，我跟我父亲出去给人干活去，是，人家本家生了个孩子，哟，哎，这村里，在那个郑州市啊，大城市，你这，村里就村里，城市谁摆流水席呀、啊？您琢磨，对不对？谁找野厨子玩意儿？搭起了大棚，我一会儿说北京话还是说河南话呀？河南话。郑州话啊，这个搭起了大棚、哦，大概有四十来桌。哦，流水席四十桌啊！我跟我父亲就去了啊。白天啊，忙活了一整天。是。晚上，嗯，人差不多都走了啊、哦，帮忙都散了，就剩我跟我父亲了。你们俩人那会儿我十三四岁呀、啊，嗯，十冬腊月大雪纷飞，我们俩准备佛。这跟天气有什么关系？后边有用啊。哦。哎，我父亲，你瞧呵。啊，对，腿瘸哈，对，少条腿瘸，太难来了，这是报应，这就是。
我父亲瞧差不多了啊，这是差不多了，喊我，嗯，哎，嗯，把他扶起来。我说北京话，这是河南话，就是把他扶起来。啊，这我们听懂了啊，把他扶起来。哦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扶什么呀？我一瞧什么呀？嗯，五斤牛肉。哦，扶点肉。哎，牛肉，牛肉，扶起来。这怎么扶啊？贴在这个前心上。哦，就贴在肉上。哎，我穿那个大褂，大羽绒服。哇、哦，贴在这儿看不出来。那掉了怎么办？挺着点啊。像你这儿永远掉不下来，知道吗？我们家也不干这缺德事儿，我告诉你。嗯，往前走。是。父亲瞧差不多。哎呵。嗯。哎，怎么了？把它扶起来。又扶什么呀？我一瞧，五斤羊肉。那羊肉怎么也贴在牛肉上？那这么高的前面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不行。嗯，贴在后背上。那贴不住啊！你这前面顶着，后边掉了怎么办？哎，他说对了啊。嗯，待不住。多新鲜呢！把它铺在这个桌子上。嗯，那俩铁丝儿，这边勾住了，这边勾住了，这边勾住了，嗯、这边勾住了。嗯，往那一套，穿过吊带吗？没有。你也穿不了，是啊，缺德人家才这么干的，吊带效应。哎呦呵，哦，羊肉牛肉吊带的，哎，掉不下来，也不用挺着了。哎，行，这多棒！往前走一瞧，呵，我父亲说了，嗯，把它扶起来。那、哎、你爸爸眼界真宽，扶起来啊！哎，我一瞧啊，什么呀？二斤猪油。哦，就那猪板油。哎，冻上了。硬的呢，冬天切开了。啊，贴在两肋上，我们这个人呐，这儿是有凹槽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对不起，没有侮辱您的意思啊。对对对对，没有，你这就是侮辱我呢。哎，您这有个凹槽、哦，哎，贴在两肋，贴在两肋上。啊、嗯，看不出来。哎，衣服一绷就一系。哎，行，往前走。父亲想，呵，把它扶起来。又扶什么呀？一挂大肠。哦，猪大肠。猪大肠。这怎么缝啊？系在腰上。哦，改腰带了。当腰带。哦。再一瞧，嗯，把它扶起来。你爸爸眼睛挺好使。一瓶子香油。啊，这简单，喝了就完了呗。喝了回家还能用吗？哦，回家还得用呢。你废话，废话。那怎么这香油的液体那玩意儿怎么弄？把猪大肠解下来。怎么着？倒进去。哎呦，哇！你等会儿，我刚想，那猪大肠两头通的，倒不就流地上了吗？那什么意思啊？你得有一头，你得系上啊。你是不是缝过呀？你是不是缝过呀？我都多余搭理你，我告诉你。小缝缝。谁小缝缝？这老瘸瘸，你父亲那小缝缝，真行。这边哎，这边得系上。多新鲜，那不露出去了？要不然流出去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倒完了，这边也系上，是，系在腰上。呵，好，往前走。我爸爸还挺爱走。我父亲不怎么动，是，往前蹦就是，对，就是天书奇谈那意思。哎，啊，怎么着？孩儿啊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把他扶起来。你们这口音，你们这口音都不对。学这干嘛呀？扶起来，我一瞧什么呀？嗯，粉丝，粉条子，泡好了的粉丝。那软不太的，那怎么那扶起来？那怎么扶？哟呵，捞出来，缠在脖子上。您等会儿吧，缠脖子本家不瞧出来了，缠着粉丝呢。再戴个围脖啊。哦，冬天啊，哦，有用有用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哎，冬天用上了啊。我一瞧，呵，这有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我父亲说了啊，孩儿孩儿啊，啊是，把它扶起来。哎，我一看一碗淀粉。您等会儿吧，这怎么扶？我就纳闷，淀水淀粉啊，那都泡开了，怎么扶那玩意儿？冻上了，冻上，冻上了淀粉。小冰坨子拿出来放到脑袋上，那人不瞧出来？再戴个帽子呀。哎，高了，看不出来哦。哎。朋友们，我那个下身啊、嗯，穿的是裤子，哦，不是裙子，不像今天这种裤子，那是什么裤子？底下扎腿的裤子，
哦，松紧腿的扎腿。哎，对了，哎呦呦呦，裤腿里啊，这裤腿怎么样？哦，怎么着？放大米。哦，当口到腿里。对，哎呦呦呦，大米是这个腿里头怎么样？花椒大料，把自己围上了这是。花椒大料它比较松啊，比较松的时候啊，它扎得慌，多细呢，八角那叫，那可不扎得慌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蹲一蹲，啊，蹲一蹲，好的。然后怎么样？拿小米溜缝，这粉蒸肉的配方这是。行了行了行行了，你爸爸就一条腿，我告诉你，但凡两条腿就不用你了，我告诉你。我都怀疑让人打折了的，那是差不多了，多新鲜呢。哎，我父亲往前一蹦一瞧，嘿，一蹦一瞧，好好词儿。往前一蹦一瞧，我今天绝不笑场，各位。往前一蹦一瞧，你今儿绝不孝顺，那是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有一火锅，火锅，哎。铜锅子，铜锅子，干嘛？这也浮啊？孩儿啊，孩儿啊，嗯，把它浮起来，让你爸爸浮，蹬条假腿用你看。没听说过，这边真腿，这边是个火锅，这怎么上大街那个？行，那这样怎么出的门？我的那怎么浮？火锅你浮的，那怎么浮？顶脑袋上。那能顶吗？顶得住吗？那怎么缝？我问问，什么都要，能缝？怎么缝？您说说。哎，铜火锅啊，两边是有耳朵的，这就提手吗？找一铁丝儿，这边系上，这边系上。嗯，我本身有一个特别厚的腰带。嗯，怎么着？火锅弄开了，骑马蹲裆式。哇、哦，下边，这下边就是火锅啊！啊，各位，注意细节，这都是细节啊！别教这个了，你这还细节。这是耳朵，嗯，屁股后的这是耳朵，嗯，知道吧？铁丝儿俩钩蹬上来，嗯，绑在腰带上，你不能绑到那个大肠上，这是细节啊。万一给大肠扎漏了呢？嗯，后边也是，嗯，哎，系上，两个手从后边系，这样系，系上之后看看，当，说明这个比较紧，哦，绷住了啊，是。当然说明比较紧，然后那管什么用？大罐一放啊，慢慢站，哟呵，慢慢站，哎，我火锅提了起来了，哎嘿，没有两条腿干不成这事儿，对，是，哎呀，我父亲都比较羡慕，那是，哎，那你父亲什么都没拿呀？他一条腿，他拿什么？行了。拿条假腿呗，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哦、小猪啊！我也没想到你父亲是个瘸子。嗯，我父亲一瞧，差不多了，多新鲜呢！哎，啊，脚行啊，就走吧，让我走，这是我亲爸爸呀，多新鲜呢！啊，我这浑身上下好几十斤，我怎么走啊？要让你他废话都比他走强，你还走不过一条腿呢。当时我十几岁呀、啊，我这怎么办啊？假装掏耳朵，哎，走得慢。掏耳朵为什么走？走得慢？你见过刘翔在赛场上掏耳朵吗？不可能吧？掏聋了不能吧？哎，我是老父亲。嗯，你先走。对，你先蹦，应该是。我是老父亲。那你先蹦，对吧？你先蹦。对。哎呀，行了，就往前蹦。是，他蹦得不太稳。废话，一就能蹦稳了。一不小心把边上有一铁锹啊，弄躺下了。碰躺下了。您说您给他立起来不就完了吗？嗯，他不紧。怎么呢？他让我弄。哦，他立不起来。哎，行。哎，啊，把他扶起来。哦，扶起来。他说让我把他扶起来。是。我听岔迷了。你听成什么了？让我把它缝起来。什么都要，我这怎么缝啊？啊，那是我亲爸爸呀，多新鲜呢！我得听他的呀。是，中吧，啊，这缝，骑马蹲裆式啊，对，慢慢来，
把火锅先放下啊，可以平稳着陆啊。哎哎呀，我看这个铁锹啊，嗯，头啊很长，铁锹把，哎，这个铁锹头，嗯，咱要铁锹把咱就不要了，木头把哪儿都能配，不值钱，是，但是我得卸下来呀。对呀、啊、朋友们注意细节啊，啊，把铁锹拿过来啊，还不能动，哎呀，很微妙的一种动作，扎屁股一会儿。这个腿，嗯，走过去，是踩住了铁锹头，那铁锹铲子头，哎，嗯，这个手怎么样？攥住了铁锹棒，攥住棒。这个手怎么样？在它的关节处，就那削子那儿吗？嘎敲，这词儿真老气，听着，嘎敲，嘎敲，嗯，不能动啊，各位，不能动。怎么呢？不能动，一动，这里边这两块猪油容易掉，真难呀。因为我这个姿势是夹不住那个猪油的呀，是是是，哪行都不易，都不易啊，对不对？脑袋动静也不能太大，怎么呢？上面有冰坨子呀，得给甩出去。你瞧这模样，这个姿势很难拿的，是是是，很难拿。我还以为四大天王呢，我正尬笑着呢。好词儿，本家过来了。哦，本家主人来了。哦，正常人。干嘛呢？啊、嗯！我父亲赶紧过来了。哎呀，真忙的。大爷啊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早上跟我一块来的，您忘了吗？嗯。哦，早上跟你一块来，早上来的时候没这么胖啊。胖我们这孩子有个习惯。什么习惯？吃完了饭他就胖，而且特别胖。吹起来了。啊，那行吧。那什么，岳师傅，咱准备了是多少桌呀？多少桌？35桌。哎，啊，35桌。35。不是40桌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35桌了？那5桌呢？少5桌。我心想，那5桌啊，在我这儿呢。是是是，都在您身上呢。本家瞧出来了啊，跟我父亲说，哎，岳师傅，嗯，咱啊算算账吧，我觉得这不对劲儿。哦，要算账，合理的要求。是我父亲很聪明啊，哎，大爷，嗯，算账可以，嗯，让我的儿子呀、啊、先回家吧。哦、啊，怎么能让他先回家呢？啊，一会儿啊再请他吃一顿。我看看他到底能有多胖啊，怕赃物跑了。走走走走，其实啊人家看出来了。是，我就说了，还这姿势又起来了。这大爷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走吧，就往前走。大爷不行。怎么呢？一把把我拽住了。你回来。哟，他这么一拽不要紧啊，他整拽我后腰上。我这个后腰啊有一个特殊的腰带，那香油大肠。香油大肠。哦，他这么一蹬，往前一倾，给我拽折了，顺着我大腿往下流油啊！哎呀，这点米就吃不了了，这是。哎呦，本家大爷说了，呵，嗯，你们这孩子行啊？怎么呢？够肥实的啊！顺着大胯往下流油，呵，岳师傅，咱别废话了，是，赶紧去算账。算账，拉着我进了一个屋。好，哎，里边一个八仙桌子，嗯，两边两把椅子，账房，正中间。有一个火炉子，火苗子1米多高。嚯！我进去之后就站在门口，有一个棉门帘啊，我不敢进去。为什么呀？里边热呀。热怎么了？我脑袋上有个冰坨子呀，一会儿化了怎么办呢？还好，是不是？还是想得仔细。我就站在那儿，嗯，本家大爷跟我父亲在那儿算账。是啊，这个账假装算不上来，怎么的？扒拉扒拉算盘看看我，就贼着你。我紧张啊。嗯，大爷说了，哎，小伙子啊，来站这儿了。这有火苗子、啊、这暖和。我说大爷，我不去了。还往里让。过来。那我得去啊。好，慢慢挪吧。那可不是吗，这有火锅啊。哎，这谁问你？往那一站、嗯、没有3分钟坏了。怎么呢？从外边进了一股啊扫地风。哦，就门帘子底下吹进来的啊。吹进了一股风。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刚才那火锅啊啊炭没到。你着的什么急呀、啊？这是，我也确实着急了点儿。哦，炭没到，炭没到。嗯，扫地风一吹进来，怎么样？那个炭啊，冉冉的升了起来。好，哎呦呵，我感觉这个大米呀、啊，怎么样？逐渐的烫了起来。是，一会儿改米花了这。
右边怎么样？这是个花椒大料的味道，怎么样？我闻到了，多新鲜呐！加热了，逐渐的往上走。哎呀，你知道那个花椒大料它热了之后，嗯，它响，啊、哦，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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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到我裆部。哎呀，行，就感觉哎呀不行了，是，哎呦难受，哎呀热。再加上我边上有一火苗子，对呀、啊，一米多高啊，热呀，越来越热，越来越热，是，脑袋上这个冰坨子啊化了，哎呦，当时我戴一个帽子，帽子比较紧呢、啊，是，我把帽子挪一挪，这一挪不要紧，怎么呢？哎呀，那个淀粉那个汤就往下流啊，哎呀，哗流一脸，哎呦，大爷一瞧，呵，岳师傅，咱别算账了、啊，看看您的孩子脑袋是怎么回事吧，怎么了？怎么直流脑浆子呀？脑浆子。这世界很酷。下面，请您欣赏《人鬼情未了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感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啊！这个给大家说一段相声，嗯，特别开心，特别激动。此时此刻的心情比去年此时此刻要激动多了。是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去年接场的时候是11:30了，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。但是去年哈。对。对。那天演了差不多20来分钟啊！今天上场前，我师傅说你就多说一会儿，哈哈，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是这个，刚才是高老师，高老师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位演员，很沉稳，包袱也很不错，老道。嗯，对，二位下去休息一下。是，我们俩走上台。北展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很有意义。怎么呢？我特别的喜欢，我特别喜欢在这个舞台上，锻炼新作品。试验。试验新作品，不能说试验，锻炼新作品。哦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。因为什么？您这嘴是说不清楚话，知道吗？混沌。哎，想起来了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，还因为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北展的观众啊，热情。哦，热情。对。因为北展的观众喜欢鼓掌，喜欢叫好。还懂相声。对呀，对呀，如果现在有的朋友想去上厕所呀，想去出去溜达一会儿啊，当然也没关系，因为从7:30，你看现在已经我看什么？我看，就好比嘛。哎呦呵，行了，好，灯光一照，好白啊。洗洗吧。洗什么？很白的。好比是现在已经11:00多了，7:00多，11:00了，对，7:00多到11:00，7:30。8:30了，四个啊，4个小时了。7:00，7:00到11:00，可不？对，快4个小时了。嗯，有的朋友可能坐累了。啊，有坐累了的。啊，有的朋友可能有痔疮，对吧？那是你啊，你说人家干嘛？就你有，坐时间长了不舒服。是是是。啊，可以溜达一会儿，没关系。站起来活动活动腿脚。啊，对，嗯，我们给大家说相声，是好好演。我们不着急。刚才说特别喜欢北展这个舞台，我写的每一个段子，嗯，每一个作品，我的脑子里我勾勒出的画面，哎呦呦呵，全都是北展。哦，就按这剧场写的。哎，对了，哎呦呵，每一字每一句有一括号，这儿观众可能会笑，我都会写的很清楚。我就这么自信。那当然了。哦。北展的观众就这么好，懂包袱。哎，我们台底下创作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呀？赚您的钱，不是，为的是让您快乐。要不这么下心写呢？对呀。是是，为的是让您的快乐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快乐。对，花钱找快乐。我问您一个问题，孙老师啊，人这一辈子，嗯，您可能还没有活到头，但是没有关系啊。这话真不吉利。人这一辈子啊，什么阶段是最快乐的？什么阶段是最快乐的？什么岁数？什么岁数啊？对，我觉得就是20岁左右。No。怎么了？还出了英文了？怎么？因为我洋气呀、啊。这洋气不知道混沌怎么说？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废话，你还我洋气，舔着个脸。分手你要啊？
真行这。我要。行，没什么用了。少说话，北展的舞台少说话啊！我凭什么少说话呀？二十来岁最快乐。对，那其实不是。那时候就精神什么精力都足呢。我觉得是小时候。小时候？哎，对了，多小啊？小时候，七八岁、十来岁那会儿最快乐，无忧无虑。啊，童年。对了，我小时候就很快乐。是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哪儿都小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快乐。您这话说的还真没毛病。没毛病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就替您肯定一下啊！你肯他干什么？我肯。你还替我肯定，我可不爱啊！哎，我少说话啊。嗯，哪儿都小啊啊！我小时候哪儿都小，是。小鼻子，小眼儿。哎呦呦！小胳膊，小腿儿，小心眼儿，小胆儿。我胆儿也小。胆儿也小。嗯啊，我觉得大家童年都差不多。哎，那可不一定。去哪儿，哥们儿？烦了。我小时候哪儿都大，可以吗？大管什么用啊？怎么不爱听了呢？总有这正义之士，是吧？行了，别检讨了，说吧，往下。我等他回来呢。咱没必要这么较真儿，好几千人陪着你等啊。小时候，我就嘿，好节骨眼儿。真的哪都小，哪儿也小、啊。哎，大家玩的游戏也都差不多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，好像都一样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不一定吧。小时候，我小时候经常挨揍，有没有？有过吧？我没有。嗯，我没挨揍。那。过家家经常演儿子，有过吧？我一般演爸爸。然后头一天挨揍之后回到家，心想明天我一定揍他。然后第二天见面撒腿就跑，有过吧？跑不动，拿水管子滋你爸爸，你爸爸揍你一顿。滋你爸爸？怎么这么损呢？这孩子。你爸爸揍你一顿有吧？没有。把胳膊吞进去，甩胳膊有过吧？你爸爸揍你一顿。没有。捉迷藏藏起来，藏一整天，然后你爸爸把你找着之后揍你一顿有过吧？没有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呀？你没爸爸。对不对？我从根儿上没的，哥这是。你肯定啊。没有啊。不可能。您这游戏我们都不玩。啊，你的童年我的童年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咱生长环境不一样。那架大炮你会吗？架大炮啊？不会。你别骗我啊！不会。来伸手。什么呀？架大炮。哦，架大炮啊、哦？会吧？哦。架花轿会吗？架花轿什么？哦，就这个。哦。小时候我太重了，他们不带我玩儿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哦，对，你攥着我，不对，是我攥着你，你攥着我。对呀，你攥着，对，这、是他错了，哦，这个，打麻将吗？嗯，对，我小时候经常玩这个。我净跟小姑娘玩了。谁都玩，因为我们家住在北京那个那哪儿？哪儿？您要但凡住在北京，馄饨不能说不对，对不对？咱说实话行吗？您住北京哪儿哪区？北京人嘛，北京人嘛。北京哪个区？你告诉我。崇文吗？崇文啊，崇文区哪儿啊？哪胡同？几排几号？就是现在的那个亦庄吗？崇文改亦庄了，我河南人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嗨，真行这人，想让自己显得那个诚实一些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你先诚实一点就行，还诚实一些干嘛？没关系，小时候在村里经常玩，怎么又走一个呀，大哥？
大哥，哎，穿的还挺洋气。这不爱听的，这都是。还挺胖，那个胖是好事，好事。是，一会儿他就回来尿尿去了吧？你管着管不着你，你希望你成功哦。那个，废话。小时候。啊，你小时候怎么着？小时候玩很多小伙伴啊，小伙伴。但小伙伴们逐渐长大之后呢，就出去打工，哦、啊，就务工去了。打工可是打工，有的人很赚钱，有的人不赚钱。哦、啊，这分人还。有的人出去三年啊，赚了3000。哎呦，这可够苦的，这个稍微差点。哎呦，有的出去8个月，嗯、啊，挣16000，八那还行，聪明一些，聪明点。哎，有的出去3天，挣300万。这怎么挣这么多呀？回来就给毙了，抢银行去了是怎么？他不一样，他不一样。哎，好家伙！我父亲那会儿啊，你父亲也这么比划着吗？不是，嗨，我父亲那会儿，嗯，就在村里。哦，父亲，嗯，经常出去打工，去过广州，哎呦，深圳，哦，去过北京，去过很多的大城市，见过大世面，但是一事无成。你父亲，嗯，就在村里呢找了一个工作。村里还能有什么工作呀？哎，村里很多工，看坟。你们村有坟吗？我们住的小区不合适吧，对不对？就你们，就我那边村里的坟地是吗？回来了，大哥，成功了吗？都在强了，强了，你别问这，不是你们村里的坟地干嘛还得看坟呢？看坟得有专门有人看着，有的人专门偷供果。我偷这个？对啊，啥都偷，哦、啥都偷。看吧，对，看着。但是我父亲从中呢发现一个商机，盗墓啊，就有点缺德了吧？挖自己村的祖坟。你会不会捧哏？你会不会捧哏？你咱不是说我不灵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是要换搭档吗？我也觉得我挺刺的，知道？你别动我，骚扰我，知道吗？这职场骚扰，知道吗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这，但凡那沙皮赢你了，你都不这么说。你看，就耽误我俩观众走，一下走俩，早了点吧？什么表情？看坟，从中发现一个商机。什么商机？他发现很多人上坟的时候啊，嗯，经常嘴里念叨，念叨，哎。希望那边怎么样？希望那边怎么样？也告诉这边怎么样？是，其实呢，是一份精神寄托，就追思一下。哎，我父亲发现一个商机。嗯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就是这边的话能告诉那边，那边的话能够传递到这边。你父亲要当中介呀？类似，这不就封建迷信吗？这类似，其实就是为了双方都开心。哦，两头骗。尽量少说话，双方都开心。让不让我说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父亲就在村里呢成立了一个唱诗班。哎呦，成立之后呢，要点脸，要点脸吧，要点脸吧，还整个洋词儿，还唱诗班。你会？你看得懂这圣经吗？你还唱诗？你看，你唱什么唱啊你？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？废话，唱诗班穿成那样，黑的白袍，大白领，哦，就跟那儿。不用唱诗班吗？嗯，对着尸体唱歌吗？就传递吗？唱诗，给尸体唱出诗班来。停的时间够久的了。我踢你！什么玩意儿的都是唱诗班。哦，唱诗出班来。哎，就在村里成立了一个唱诗班。村里还有干这个的？那当然了。哦，你还别说啊，真死人了。啊，村里死人了。死了！哎呦呦呦呦！真有人请我父亲，这怎么回事呢？真不开眼。有这么老两口。老两口子，嗯，老爷子去世了，哟，老头死了啊，就剩老太太。哟，老太太性格呢比较开朗，哦，听说村里成立了一个唱诗班，就把我父亲请过去了，打算新办啊，我父亲就去了，是，但是我就去了，怎么还带着儿子去呢？还是让我消息消息嘛，哦，家传，进屋一瞧，已经挺好了，老头啊，头冲外，脚冲里，对吧？脚冲外，小冲呗啊，我小，我没注意。然后呢，都弄好了，盖一白单子。嗯，老太太在这坐着，我父亲就走过去。是，老太太，你看你有啥姓表达了没有啊？
你看想标大的迷雾啊。我也没有啥想标大的、我想叫他慢点走。慢点走，等等我。哎呦，俺俩过了一辈子了。哎呀，我想他。你看感情还挺深。对呀、感情挺深。中，拜官了。拜官了。我父亲往这一跪。你等会儿吧，怎么还得给人跪去？哎呀，就是一个小细节。我让人觉得虔诚点。虔诚一点嘛。我这给人当孝子去了，这是。往这一跪。什么呀？闹鬼呢吗？这不是？你也说了斋，哎呦，我也说了斋，死一狐仙儿，这是。喜怒哀乐一起，那个都到那心头来，鬼也不是那鬼，还真适合这河南话。怪也不是那怪，牛鬼蛇神他倒闭，正人君子更可爱，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爱，几分庄严，几分诙谐，几分欢笑，几分那个感慨，此中滋味。这不就是骗钱吗？谁能解得开？谁能解得开？谁能？解得开，唱了一个聊斋，大概寻的意思。谢谢，没想到还能引起掌声。本家鼓掌了，你们本家鼓什么掌啊？来，老太太，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我刚才唱了一个聊斋，就是想把他弄过来跟你聊一聊啊。哦，把老头弄过来聊聊斋啊，这是。好的嘞，聊聊斋是这个，真能骗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只是想先送送他啊，先送送他，还想送送他，中，拜官了，呀，又来一遍。老头听我说，什么？老头听我说，你还有前提。四根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听着还有句英文呢？什么死一个儿什么？什么叫死一个儿？一个点缀。还点，这是见过大世面啊！这是那是，我还点缀啊、哦！这唱什么呀？我听听。唱送送他。亭外古道边，嘿，芳草碧连天。对，就那岁数人还知道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这个没有口音、啊、天之涯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哎呀，一壶浊酒尽余欢。哎呀，今宵别梦寒。你看看，送走了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这是啥？听懂了。这是送别啊，知道。李叔同的送别。别介绍作者了。意思是啥？意思是你送送他的意思啊？是，听出来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哟，芳草碧连天。那是这么唱的吗？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哎呀，山外山、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。我说不用老家话唱呢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角半零落。知角半零落。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。现倒嘛，一壶浊酒尽余欢。今宵别梦寒。哎呀，知道吧？这是送别啊，这就是送别了啊。哦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我还有，说吧。那你爸能耐够大的。那我想跟他一块走。啊？我想跟他一块走。哦，一块儿。老太太。想跟他一块走。啊。中，拜官了。这就别管了。我父亲往那一跪，张嘴唱上，这一块走都有辙。老头听我说啊，老头听你说，四根哎，又死一个啊。
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从来没有这样要求。你爸爸这嗓子不应该找不着工作呀、哎、看坟取财了这怕你难过转身就走、啊、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才知道这歌是白事的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嗯，唱的是啥？啥？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就别翻译了，就从来没有这样要求。哎呀呀呀！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嗯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行了行了，嗯，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我还会别的。我没有啥想表达的了。哦，仨歌够。我想问问他有啥话跟我说没有？哦，老头要说什么呀？中，别管了。哦，这也行啊，可以可以。哦，这边地话。嗯，老婆听我说。哦，老婆听他说了啊。你说了真。你等会儿。干嘛老？说了真。死的是个复读机是怎么着？你那意思他父亲回来了？没听说过。你这玩意儿，你爸爸在村里就干这个。哎呀，接下来的词儿是老头唱给老太太的。行了，不用解释了。动也不能动，这废话死了，动诈尸了那个。也要看着你。我说头冲里呢。直到肯定你是真的。啊。直到不能呼吸。掐老太太脖子了这是。让我们。啊。形影不离，一块埋吧，一块埋吧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啊，他动也不能动。废话死了，也要看着你。爷爷死不瞑目，知道肯定你是真的。怎么呢？知道他不能呼吸。废话，让你们啊形影不离，准确不准确？哎呀呀呀呀！刺激不刺激？真瘆得慌，听着。好听不好听？这是还行唱，他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是真的，知道他不能呼吸，让你们形影不离。咦，那老头骚得很呐！这句话说老太太心坎里了。你说人家死鬼干嘛呀？这，你这挣钱来唱诗呢？你这说的老太太甚至呢没有那么难过了。他老头死了，啊。你爸爸过来唱四首歌，老太太不难过了，你觉得这玩意儿合理吗？合理啊，合理啊。哦，他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啊。行，知道肯定你是真的。哎，这多心的死了，可不。哎，哎呀，这买卖成了，啊，成了，四首歌都挣钱了。老太太交钱，我是真高兴啊。呀呀呀，我是真高兴。是，我父亲拿着钱回家了。哎，无巧不成书啊。怎么呢？第二天我们村又死一人。我有点怀疑你父亲的动机了，怎么天天死人呢？没有天天，没有天天。嗯，哎，这家巧了，也是老两口，去世的也是一个老爷子，那更怀疑你父亲了。怎么光死老头呢？离昨天那个董老太太呢很近。哦，老太太姓董。哎，昨天的老太太姓董。哦，董老太。哎，也请我父亲去了。哦，我父亲带着我就去了。那这活还挺多。到那儿一瞧，嘿。昨天那个董老太太也在。哦，老太太给你介绍的吧？哎，跟今天那个老太太俩人正在交流呢。哦，俩老太太。老嫂子呀，老闺蜜也这是。她一会儿都来了。啊、嗯。累了。这事成了，你别管了，就这个事成了，孩子乖。啊，孩什么？孩子乖是什么？还就是河南人的口头语。哦。你不懂，你不懂。我懂不了。你别管了。嗯。你想表达啥？他都给你唱啥？还没介绍呢。我父亲过来了。老太太，你看，都已经听好了，拜布袋也盖上了。嗯、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嗯，我没有啥想表达了。嗯嗯，我想叫他慢点走，等等我。董老太太说。都一样。你看看，跟我昨天表达了一样。先叫他等等我。是。等等我。死老头可不都这样吗？中，大娘你别管了。我父亲往这一跪。又给人跪下了。嗯。
你也说了还是这片儿，我也说了斋，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。如果不好听我就不唱了啊，老太太，我唱的是啥？聊斋，想叫他讲讲那老头过来给你聊一聊，就聊斋不用翻译，聊一聊啊。是那你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有什么？我想送送他。中，别管了别管了，老别换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你不上了新佛，草碧连天，跟新佛有什么关系？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这是啥？这是送别，李叔同的送别。行了，别介绍了。董老太太说：“对啊，这是李叔同的送别。”昨天敲锣边的了，你看，昨天唱过一回了。哎呀，啊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，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角伴绫罗。以后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这董老太太像昨儿死了老伴儿了吗？老嫂子，这是送别。哎呀，送别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你说吧，说吧。他随时都能怼。哎呀呀，啥都能怼，啥都能唱。那我想跟他一块走，你看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我也想跟他一块走。你俺老头你想跟他一块走弄啥？行了，不是跟错了。昨天俺老头也是，啊、是是是，我想跟他一块走。哎呀，别管了，别管了。你少说两句吧。我父亲往这一跪，你爸爸净给人跪去了。怎么唱来着？回家晚上就不默默活吗？你说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会了解。老太太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老嫂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这是啥？这啥？能不能让你陪着他走？从来没有这样要求，怕你难过，转身就走。那就这样吧，他会了解。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你说吧，随便说。我想问俺老头有啥想跟我说的没有？中，别管了，马上扫起来。死老头都是扫起来的。我父亲。嗯。动也不能动，哪儿这一套、啊、也要看着你，俩老头一合法，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老嫂子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他动也不能动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他不能呼吸，让你们形影不离。准确不准确？哎呀，刺激不刺激？是骚气不骚气？就会这四首歌。这个老太太也很开心。嗯，这个事儿又成功了。合着每天就这四首歌，又成功了，开专场似的。怎么？你少说两句啊！我的节奏在我自己心里啊。这个转过天来又死一位，你们村怎么净死人呢？巧了吗？要么怎么有这段相声？哎，但这回呢，死的不是，哎，死的也是个老头、哦、但是不是老两口，那是父子俩。儿子给他操办后事，儿子哭爹。对呀、啊哦，儿子给他操办后事，我父亲心想，肯定得找我来呀。啊，有名了，这没有问题，我在村里传开了，唱诗班的乐师傅。哎，等了一上午没人来请，等了一下午也没人来请。哟，到了晚上，我父亲实在是坐不住了，心想，怎么还不请我来呀？这到手的活啊，我得自己去看看。啊，上门了。我父亲来到人家小伙子家里啊，一看，昨天的董老太太也在。董老啊。给你介绍活儿了呗？不是，董老太太说了，小伙子，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老太太听两天会了，你说吧。你说这玩意儿，你们这买卖太好干了。你说吧，你有啥想表达的没有？哎呀，唱诗班的董老太太，大娘，我也没有啥想表达的、啊。啊，我想叫他回来。啊，让父亲回来。啥呀？啊，让他爹回来。你想叫他回来？对，跟你们不一样。这样吧，小伙子啊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？凭什么呀？那是儿子，那是。我没有想跟他一块走啊。又不是老伴儿。中，别管了，你是不是想送送他？要想送送。送送他都可以，中，送送他。嗯，中，别管了。哦，别管了。长亭外，学的还真快。道边，
芳草碧连天。不是你爸爸这一点劲没有。晚风拂柳笛声残。小伙子这是啥？这是怂变，隶书通的怂变。词都一样。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哎呀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上万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觉半零落。这是怂变。哦。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，小伙子？说吧。这钱太好骗了。我想叫他回来。哦。你是不是想跟他一块走？凭什么呀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想跟他一块走啊，非得跟他一块死啊。我俩，我想他。哦，想父亲了。我俩真些年不容易，相依为命不容易。是。他自己走了，我都不知道因为啥。哦。我想叫他回来呀。想叫回来。我想叫他回来。嗯。来吧，老太太，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想叫他回来。不想去，想回来了。中，别管了。老太太，怎么意思？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归来吧，归来哟。你爸爸能耐大呀。别再四处漂泊。小伙子听懂了没有？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意思是先叫恁爹回来。哦，准确不准确？你还真好，对不对？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还有什么呀？我还想叫他回来。啊，还想回来。你跟他一块走吧。凭什么呀？我不想跟他一块走，我想叫他回来呀。走那词儿熟是怎么着？想叫他回来，中中啊中，别管了，还是回来啊。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。你快回来，小伙子咋样？虽然我没唱上去，但是意思是，你快回来，我一人承受不来。知道吧？以后我怎么面对这些歌？表达了咋样？准确不准确？这太准确了，刺激不刺激？哎呀，你还有啥想表达的？还有什么呀？我还想叫他回来，还想回来，还想叫他回来。嗯，咦，我会的可没有真多呀。哦，回来的歌不会了，别管了。老太太还行。来呀，快活呀。哦，这对对，这个不中，这个不中，色诱不行。但是差不多了，我可能开窍了，孩子乖。哟，老太太开窍了。你先叫他弄啥？我想叫他回来，中。还是回来啊？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周杰伦呐，六七七奔跑回来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老太太可以啊。小伙子听懂了没有？啊，还记得你说。还记得你说家是，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。随着稻，对，随着稻香，河流继续奔跑，回来吧，回到当初的美好。老太太还蹦了一下吗？好的了，回来吧，回到当初的美好。老太太能耐大了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嗯，你看，那个老头活了呢。回来了？没有，大年底多不吉利。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还有什么？我还想叫他回来。我还回来？还想叫他回来？还想叫他回来？啊，中，别管了，别管了，我已经开窍了。那老太太又编什么呀？孙雷的他，我快归来吧，这雷才是快乐老家。这都什么味儿啊？这都，咋了？怎么这么难听呢？啊，这难听啊！这到底是哪地方方言？这是小伙子听懂了没有？啊，听懂了没有？这他唱的是啥？是吧？孙磊的他。什么？孙磊的他。孙磊的他。快归来吧，这里才是一快乐的老家。真难听啊！这的，孙磊的他快。快归来吧，这里才是快乐老家。老家，哎，你还有啥想表达了没有？我能耐了，随便随便来了。那我也不想叫他回来了。啊，我先问问他用啥走。啊，因为啥？用啥不想活了？为什么不想活了？为啥不想活了？为什么不想回来呗？这一下给老太太蒙住了。啊，想了半天，这怎么办啊？啊，就这会儿我父亲出来了。怎样？我父亲一句歌词就给他解决了。哦，解决了啊。我父亲这么唱的。怎么唱的？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。死透了。你的热爱正在热播。
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卖掉票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感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啊！今天我们上场时间比昨天早了10分钟，但是后边的时间啊所剩无几，但是我们还得说，还得给大家说完整了。刚才是京剧连唱，对啊，真是好听啊！大伙儿可能对我有一点点的陌生，有人说，有人说你会唱京剧吗？你会吗？我当然会，而且我唱的比他们都好。您你不现在您怎么着唱的比现在不行？很多人都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？你不是说相声明星大巨星吗？但是不是啊，各位，没人说。我自认为哈、啊哎，自我良好。我最早几十年前我是一个唱戏的，知道吗？几十年前您会走道吗？什么叫会走道吗？几十年前你多大呀？你看，你以为我多大？我们。您顶多本命年36到头了。No， 我今年84岁。84，老艺术家，我之前活跃在相声的舞台上，但是我隐瞒了年龄。我们说相声也不查岁数，你隐瞒他干嘛？隐瞒年龄，最早我是唱戏的。84了，京剧演员，认识我吗？我在京津上特别的红，特别的火。哪儿？京津上。京津。京是哪儿？北京。津呢？天津。上呢？上海。我特别的红。那叫京津沪。无所谓，反正特别的红。我给你，认识我吗？啊？认识我吗？可能就是30年前认识的，84的不认识啊。我给你提个人，你就知道了。我提个人，我得认识你了。哎、哦。小智子。哎呦，我知道大痦子。谁叫大痦子呀？谁叫小智子呀？魁智子。于魁智啊？你是于魁智啊？你受什么刺激了？于魁智这是？啊？于魁智埋底的死8天跑着都比你好看。你瞧这模还于魁智，你瞧这大脸盘子，怎么于魁冒魁冒充于魁智了？真我说我是于魁智了吗？你说的，我于魁智。我给于魁智蹬3轮，这多少年了？你算算。于魁智不坐3轮的多少年了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您工友啊，合着。过去的事儿。哦。哎，过去我也是科班出身呢。您是科的嘴，这是啊。你听上一个版本也是科班啊。嗯。别起哄啊。哦，这是个包袱啊。那当然，跟哪能一样。非得把他痛快了。行了，84注意身体吧。怕你们困，我也是科班出身的。哦，科班。过去老北京啊，嗯，有一个科班。啊，戏社就是。哎，戏社一个科班，一共这么7科。啊，哪7科？喜连复盛世元运庆生平，这么7科，知道吗？您是不是不识数？这不10科吗？就办到了7科，后3科没有办。哦，庆生平没办，对不对？哦。其实呢，转入地下。不是唱戏怎么这么大危险呢？继续办了7科。哦，后续7科。对了，那这7科都什么字儿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7科。这后7科真水听着啊。哦，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对。您是后7科的。对。您是哪个字儿啊？步子科。步子科。哎，我们大师兄毛不易。哦，岁数也不小了，看这意思。没，他也80多了。哦，好，那他叫毛不易。对，那您叫什么呀？不群。那您贵姓啊？月。哦，那您84都往小的说了。听说过吧？嗯，月不群。是。红不红？红。京津上，京津沪。哎，红。啊？是。了不起，您是腕儿啊！唱戏的经常跟这些个唱戏的在一起聊天哦，在一起玩耍。哎呦呦，还玩耍还、哎？对，嗯，刚才碰到了郭老师，嗯，哎，重本的郭老师了啊、嗯！我几十年前唱戏，嗯，郭老师说哪天你唱一回，我们都听一听。对，我听他这句话，怎么着？
我唱一回。听劝。哎，唱一回。之前我们俩就聊过。哦，之前。哎，前一段时间我办了一个专场。哦，办专场呢？办专场啊。哦。我找到北京有一个保利剧院，找那个经理，找经理跟他聊一聊。您这身体不适合去那地儿了，知道吗？不群可以了。去哪儿？什么叫保利什么妓院叫话？你这嘴快系上了都。废话，这玩意儿多牙碜，说呢？保利剧院。哦，就保利大厦那个。哎，找他们经理，我说经理你好，我这礼拜五、礼拜六要在这儿唱两天戏，可以吗？哦，约场地。可以吗？我现在可以交定金。哟呵，有钱。经理说了，不行，这礼拜已经约出去了啊。哦，定出去了。小鱼子要在这儿唱戏。小鱼子。小鱼子谁？于谦。你管于谦叫小鱼子呀？那小鱼子谁呀？佩瑜。王佩瑜。哎，著名的女老生。对了，上海京剧院那个。上海京剧院，哦，那是个女的人唱老生。是，我是个啊，无所谓吧，但是我唱的特别好。性别不详啊，但是我唱的特别好啊。是是是是，江湖规矩咱们不能给人家破了。你不能呛地去。好，那我换一个地方。您换剧场吧。国家大剧院。呦呦呦呦，就是那个巨大那个啊，特别大。哎呦，哎，我要在那儿唱戏。呵，找他们经理。我说经理，我要在这儿唱戏啊。嗯，现在可以交定金，这礼拜啊。怎么样？人家同意了。这就同意了。回家我就写海报。各位，您等会儿，岳老师，您看哪位角儿自己写海报？自己写的海报生动。哦，就描述的好。那当然了。我看您那么生动。我自己写海报啊。是。亲爱的，敬爱的戏迷的朋友们。戏迷的朋友们，您知道人家爱听不爱听啊？哦，多了一个的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亲爱的、敬爱的戏迷朋友们，是注意了啊！注意，大字报这上啊！著名的京剧的大个表演艺术家，干嘛还大个呢？显得阔气。哦，这岳不群（括号先生小姐）让他们自己填，自己没准主意。哎，要在这儿唱戏，哪儿哈？这儿哈，您还别说啊，嗯，那哈还真不会写。哎呀，什么文化这是？拼音，哎，哈哈啊！对，要在这儿唱戏是，岳不群的戏怎么样？那唱的真是啊，好极了。哦，这是赞美之词，特别的好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岳不群怎么样？打小学戏，真难说着，打小学戏，现已成精。什么？现已成名。哦，成名，嗯。这礼拜要在这儿唱戏。哦，这礼拜，嗯，哪天？真的，这没人怀疑你，还真的。哎，唱几天啊？啊，五六天（括号啊三天）。这个啊三天特别管用。您是不会算账呢？那五六天那都一礼拜了，怎么就三天了呢？三天啊，五六天啊？怎么就五六？五六天啊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。那叫五六日，我不喜欢那个字。你看心里的坎儿过不去，你说还不能释怀呢？你说五六天（括号啊三天），干嘛还啊三天呢？感叹一下，呦呦，哎，海报贴出去，怎么样？这人往这一看，看海报，嗯，岳不群要在这儿唱戏，啊三天，旁边有个骑自行车的什么？哟，把自行车往那一支，走过去，岳不群要在这儿唱戏啊三天，这就俩观众了。您这就靠口传，这俩观众，这什么时候能卖满了啊？这个什么能卖满？哎呦，火着呢！哎呦，火着呢！哎呦呦呦呦！底下三出戏码，啊，三天三出戏。哎，都什么戏啊？第一天，嗯，武家皮。您是得喝点药酒了，嗯，喝什么药酒？武家皮像话？武家皮吗？武家坡，武家坡。嗯，二一出，色狼探母。这戏您来得了吗？啊，您来这母，我来探，探差点了您，色狼探母像话吗？谁说色狼了？你说的，四郎杨四郎杨艳辉啊。哦，四郎探母。刚才我赵小帆那个。哦，四郎探母。是是是。哎，第三出呢？三出是什么套啊？什么？忘了什么是？几个字儿啊？仨字儿。什么套？是这么别扭，听这名字，它是连环套。
连环套，没有儿化音。八十四的注意点身份吧啊！连环套哦哦，窦尔敦那个是吧？连环套、哎、哦，底下有票价啊，票价。嗯，你怎么定价？我听我一打听，王佩瑜啊，最高780。哎呦，不便宜了。我得比他高啊。您比他高？我身份比他显赫。您凭什么比？这会儿打什么喷嚏啊？我不是我骂街了吗？你就打喷嚏？不是您。您怎么就得比人家高？您这什么心态？这都是我老啊！你老管什么用？你老随份子送你走呢，还不如。真是的，不是您这玩意儿，您别瞎定票价。我不是咱这么说啊，咱俩这站台上，咱也认识没什么。王佩瑜780，我多少钱？让您说。呦呦呵，您说您说，不是你让我说啊啊！咱可一码归一码，不能生气啊啊！嗯，我琢磨琢磨，咱也别亏了你啊。嗯，好不容易演一回，嗯，这么着吧，咱这骂人了吗？这250，您这么着，您听我的，岳老啊，咱们保里多销，6块钱一张票。完了呢，您呢自费呢把那个剧场改造一下，把这个座全拆了，换成电动的那种按摩椅。完了，观众呢在这泡着脚按着摸，配一足疗的，配一掏耳朵的。完了，茶水管够啊，点心随便吃。完了，后边这大屏幕放这个《金刚大战哥斯拉》，您在前面爱唱什么唱什么，我就不信卖不满。怎么样？6块钱不少了。好个屁好！6块钱一个月会员呢。我岳不群。是。6块钱。怎么了？无论前后排，怎么着？犄角旮旯，嘎嘎啦啦，哎呦呦呦呦，都算上，怎么着？一律1000块。哦，你不去，有人去。我明白，就是整场包场1000块钱是吧？你回去算账吗？不是犄角旮旯算满了，不是1000块钱吗？每一张票1000块钱。什么您呢？啊，瞧你这么个玩意儿，1000块钱。我去泰国不好吗？我真行，您怎么这真敢要价？这玩意儿完了，算了，你完了。我怎么就完了？我你不知道我脾气多大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红。你哪儿红啊？你这大海报贴出去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戏迷都知道我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，而且啊，3天他们都往北京来，都往北京来。有这么大号召力吗？当然有了。嗯，石家庄知道吗？知道，石家庄我才不知道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是是是，都往北京来啊、火车、汽车、高速啊、有的摩托、骑自行车，还有人跑步来，200多公里跑来啊，都为了看我呀，就为瞧你，那当然了，哦，内蒙古，哦，蒙古，好家伙，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那边听戏，火车坐不上，嗯，高速堵车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马。内蒙倒是产马，蒙古有马啊，骑、哎、马上高速，我骑马上高速啊，哦，而且马有 ETC， 什么您的，粘在脑门上是怎么着？这玩意儿，哦，马走 ETC， 嚯、哦，咕哒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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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矮马啊，马出，越过去那个栏杆、啊、那个马蹬儿，哎，响一下 ，ETC， 这栏杆响一下管什么用啊？响一下栏杆抬起来得。不用抬，等不及，马等不及，马等不及啊！马脾气都爆啊！哎，哎呀，马走高速都往北京来，内蒙的都为了听我呀！瞧你，那当然了。哎呀，武汉知道吗？武汉知道，武汉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那边哎，都往北京来，是开车的、坐车的、骑车的，嗯，骑摩托的，到得了吗？火车可以，对，坐火车。现在高铁多方便呢，嗯，但是高铁站人太多了，对呀，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哦，站长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，你们都要去干什么呀？哦，你说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，这别嚷嚷了。什么？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？啊，我也去啊，3天，什么都没瞧见过，都往北京来啊。火车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火车怎么装不下？一列火车啊，是论列吧？啊，对对对。你们的笑点好奇怪呀，各位。是，谁也没想到你说对了。正正经经说相声就不行了，一列火车16节，一般16节，嗯，怎么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加节儿，哦，加节儿，哎，多少节儿？再加16节，32节。您先等会儿吧，
加十六斤。对，那火车头那拉得动吗？后边弄一火车头推，那直接发两趟不好吗？哎，你这八十四有点胡天了，你这。反正这么说吧，武汉三天空了。好，赶上拆迁了，您都快空了，都往北京来。哎呦呦呦呦，这是武汉。是上海戏迷朋友太多了，那上海那都是挺挤的、啊、开车骑车火车火车也坐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坐飞机。哦，飞机飞过来、啊、飞机上人特别多，飞机上厂长吓坏了。飞机没厂长的，机长呢？这怎么那么多人呢？你们都要去干什么？我们要去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。真行。什么？北京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而且啊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哦，都听你。都坐飞机。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飞一个，低了一个。这我理解不了这个。上下铺。上下铺。俩飞机，飞机飞一个，低了一个。哦，上面飞着，低了底下这个。对了，那谁先起的飞啊？啊。再吸两口氧吧。这是上海，知道吗？人家没理我。你我也得理得动你。好家伙，哎啊，飞机上面都堵机了。我全国的飞机都是上下铺。哦，就堵机了啊，都查在那儿飞不动了。哎呦呦呦呦！哎，坐不了飞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轮船。哦，港口轮船。大轮船。嗯。大轮船也坐不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自制小木筏。小木筏，小木，孙悟空，你大师兄，孙悟空，你大师兄，真行，讨厌。孙悟空拜师学艺的时候，那个小木筏，啊，去那个奥莱，小木筏、哦，哎，一家人蹦到小木筏上，往北京划啊，划得到吗？这个边划还边喊，还喊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。哎呀，啊，坐不起小木筏怎么办？小木筏坐不起就别来了。那也得来，那也得来。我们一千块钱干点什么不行呢？怎么办？弄一大木盆啊，往水里一放，怎么样？蹦到大木盆里头啊，弄俩擀面棍，跟水鳖似的。啊，您行了，老缺氧怎么着？就往北京滑呀？这滑得到吗？这滑，边滑边喊呐！啊，还平常在北京唱戏。对。啊应该喊救命，我觉着。大爷是特别不好听吗？大爷，正义永远不迟到，我告诉你。我大爷说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大爷后边还有呢，大爷。对，我要不是拿了工资呢，我也走了，我告诉你。这是大轮船，这是上海。还说舔着脸，大爷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大爷上厕所了。是是是是。哎呀！干嘛呢？说呀！我等他回来呢。大爷要不回来呢？大爷是个戏迷呀、啊，一看没有戏迷，就是个老戏迷呀、啊。行行行行，老戏迷心了一会儿。老戏迷。哎呀，到哪儿了？哎。新疆朋友，哎呀，啊，新疆，新疆，哦，新民朋友太多了。是啊，火车可以到啊，大飞机也行，但是飞机天上堵机啊，嗯，堵机啊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，怎么办？骑车推远，我、啊、听什么招？跑步更不可能啊！你说什么招吧？办吧，啊，窜天猴，这新鲜啊，窜天猴，哎，拿炮崩是怎么着？往身上绑窜天猴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哎，绑好了自己点，自己点还。省得他讹上别人还得，就在这儿啊，鸟儿、哎，一拃来长，鸟儿，一拃来长，好家伙，很刺激，很刺激，啪，点着了，噌，就嚯，就往北京崩啊，往北京窜，愣往北京崩啊，哎呀呀呀，哎，天上正堵机呢，啊，这边瞧，哎，飞过去个什么？过去一个，真热闹，这天上，好，都往北京来了，哎呀，全世界的戏迷都往北京来，就为听你。
我找着经理啊。啊，我说经理，咱能不能早开？你看，北京挤满了，挤都是我的戏迷啊。哎呀，都是我的戏迷，各大酒店满大街都是人呐。哎呀，能不能早开几天？不行，说哪天就哪天。哎，人有规矩，那就等着吧。嗯，开戏的当天，还有3小时，台底下满坑满谷，坐满了，全都是人。哎呦，全都是人。开戏还有2个多小时，嗯，又来了1000多位，买票呀，买票呀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。不是，这都坐满了。经理说这没有票了呀。嗯，没有票，要想买票也可以。怎么呢？站票。站票。哎，哦，哪有地方站哪儿。那这站票多少钱呢？就这地方都能站。嗯，站票一律1000，没座也1000，不分前后台呀。哦，啊，一律1000。离开戏还有1个多小时，又来了500来位，买票，买票，哎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这你经理说实在是没有票了。嗯，要想买票也可以。怎么呢？只能蹲票了。蹲票是怎么个蹲法呢？这个人呐，啊，都是上宽下窄。是。两个人中间这儿。这段不成立啊，我耽误您挣钱了。大概来了300来位。这我一人占200位吧。你两个人中间这儿，这儿还有块地方哦，可以往这儿蹲。哦，就蹲着人中间这儿蹲票。这蹲票多少钱？蹲票一律1000啊。嗯，哎呦，离开戏还有1个小时。是。又来了几百位，买票，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3天。哪儿这么大号召力？经理说实在是没有票了。是啊，要想买票也可以啊。还有这儿趴票了。趴票是怎么趴法呢？这个座位底下呀，怎么又走一个？我马上就说完，大姐，你再忍一会儿行不行？我等你不等你？有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，嗯，哎。座位底下都是人啊，座位底下当子啊，小心脚底下又一会儿出了人啊，匍匐前进，一直往前排。哎呀，爬到前面，坐着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呢？哟呵，怎么出来个人呢？啊，土行孙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封神榜呢还。大哥，啊，大哥，我买的趴票，买。哦，趴票。你买趴票不行啊。嗯，我这脚放哪儿啊？您就放我脑瓜子上吧。嚯，这是你说的啊。放上去了，嗯，刚放上去，这位扒了脚脖子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嗯，我先喊个好行吗？您等，戏都没开呢，还没开戏呢，你喊什么好啊？嗯，大哥，我怕我他妈活不到那会儿。好，踩死了一会儿，来，喊吧，喊吧，好，啊，这啊是怎么回事？又踩上了，哎，真难受。这趴票多少钱？趴票1000，挨踩的也1000，1000，哎呀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是，又来了24位。这精准了啊！身上绑炸药呢，这又可崩来的，哦，就剩24个到这儿了，是不是？买票，我们到这儿可是不容易，我们是崩来的，我们必须要进去。24位幸存者，经理说实在是没有票了，是，实在是没有了，都满满当当了。你看这上上下下，对，怎么了？要想买票也可以，怎么也可以啊？没明白，掉票。谁说的挂票？刚才主持人报幕掉票啊，真较真儿。掉票，这掉哪儿？这个剧场 啊, 啊上面有8个电扇。哦，8个电扇。哎，我问你，一个电扇几个扇叶？4个。我们那都是10字的。重新说，几个扇叶？哎，几个人？他说3个扇叶。我说了吗？我。你不说我成立不了啊！好，愣来，24个人呢，24个，这三个，一个电扇，3个扇叶。哦，这扇叶怎么弄？3×8多少？3×8=24。对呀，啊，正好，给他们吊起来，拿绳捆着吊起来。哎，那这吊着多少钱？1050。您等会儿，怎么还涨50啊？绳子钱呢？嘿，什么钱都挣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啊！挨个给他们绑好了，是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好啊，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有16位骂街了，怎么骂街了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？怎么看后头的？这会儿我才明白啊，电扇啊，3个扇叶，一个冲前，俩冲后。哦，合着有16冲后边待着呢。哎呀，我给他们出一主意，什么主意？把电扇打开。损不损呢你？不能太快，就一档，慢慢转。哎呀好，谁都能看。好，哎，风干了一会儿，
绑好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开戏？我头出戏什么？什么？武家皮啊！武家坡啊！武家坡、啊！武家坡呀、啊！一马离了西凉界呀、啊！这得碰头好啊！碰头好，我都弄好了。嗯、往台上一走，底下那个啊，我这还没唱呢，各位，底下都疯了，底下都疯了。嚯、哎！趴着那位啊，都疯了，踩在身上的事都疯了。哦，我唱两句啊，打钢琴。您来，我们听听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啊！听的艺术家是什么呀？各位啊，准备好啊，特别好听，嗯，真的无敌了，一定值这钱，嗯。一马离了西凉界，哦，这反祖了，这是，就这么一嗓子，就听台底，这个好啊，这个骂街呀，早该骂你，骂着街就退票，早该退票，这是你们不懂，人家不懂，不懂什么叫京剧，不懂什么叫艺术。哎呀呀，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，这有24位没走，哦，爱听，掉那儿下不来，别说谢谢，刚才师爷谢金谢老师啊，给大家唱了一段单弦儿，很好听啊。我师父一直在后台听，说呵，一张嘴就是这个谢派，真好。今天呢是大反串，我呢说相声的，这个什么京韵大鼓啊、西河大鼓啊，我最早呢也学过啊，刚来的时候学相声学不会，怎么都学不会。我师父说这怎么办，学京韵吧。哎，去学京韵了，学着学着哎学不会，真学不会呀，天天挨骂，那会儿真笨。后来我师父说学太平歌词吧，本来想把我轰走，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师父说回家种地也不合适，我师父心软，说就把我留下来了，就学太平歌词。学着学着呢，真学不会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真的不骗各位，真学不会。前面有小辫儿，小辫儿张嘴呵，高门大嗓唱的又好听又有味儿，自己很自卑，老躲在一个角落里，就不想活，那会儿学不会。我师父说实没辙，你回老家学豫剧吧，你河南人啊，对不对，学豫剧去吧。我说师父啊，真学不会，真学不会。我说你就是个废物吗，这不就是个废物吗。吃饭的时候好家伙，来精神了，各位眼睛都瞪大了，吃饭特别香，实没辙了，怎么办呢。哎，有一天啊，我师父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在后台，不是在台上，那天是什么演出来着我忘了，我师父唱了一段这个竹板书，我一听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啊，这好听啊。哎，你还别说各位，学不会，学不会啊，要了我的亲命了。我但是好听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拿一个手机录的音啊，那会儿是一个摩托罗拉，是一个 V3 还是就是那样的，然后底下有个棱角，就翻盖的一个录音机，我搁台上，我给录下来了。怎么那么巧，正好把整段就给录下来，我天天回家听，外放啊，那个手机它没有什么耳机啊，它只有外放，喇叭也特别的惨，就那么听，天天哼啊，真的。三哥住我隔壁，我们当时住庞各庄啊，庞各庄小院给我师父喂狗，那会儿我天天唱，三哥住那屋，唱什么呢，唱的什么呀，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曲种，但是特别好听。三哥说你不是学不会吗，但是我想学。那会儿烧饼啊住在庞各庄，你知道吗，烧饼呢跟我一样
啥也学不会。我们俩天天玩饼啊，让我们俩自杀吧。比如说我早有这想法想死去，怎么什么都学不会呢？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睡，那会儿真的啥也学不会，天天就在崩溃的边缘，知道吗？幸好啊，饼会打板儿，知道吗？他学过这个打板儿，踏踏踢踏踢踢踏打板儿。我说我相中了这个竹板书，我说咱俩试试。好，哥，咱俩试试。我们俩就在庞庄大院里天天练，天天练。啊，有一次后来就赶上叫什么宛平，啊，是吧？宛平，你看我师傅就在这儿，在那儿演出，烧饼在台上打板儿，我唱。要说这个机缘巧合呢，就给了我那一次上台的机会。那在那之前我没有说过相声，你知道吧？也没有太平歌词，当然其他的也学不会嘛。就在台上唱了一回，怎么那么巧？我记得我师娘就在那个角落。我师娘一听下来就跟我说：“孩子，唱的还……”你说什么我没听见，但大家鼓掌了，说什么？放弃吧是吧？我师娘眼泪都下来了，真的真的。我师娘说板打得真好，但是我没有放弃啊，我没有放弃。但是我师父跟我说，哎，有那么点意思，唱得还真不错。我师父从来没有夸过呀，要不说去年做那个德云逗笑社看了吗？在那个节目里，我师父夸了我一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知道我师父夸我们，对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。我师父说唱的还真不错，打那儿起我就开始学这个竹板书。各位，十八，我来这儿几年，2014年到现在17年了。哎，我干嘛来了？我站这干嘛来了？我学不会，17年了，各位。就学了这么一段竹板书啊。原来我还学过一段叫水漫金山寺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听过，有听过的没有？好，算了啊，也真有啊。真有水漫金山寺，也是我师父在家帮我录的啊。但当然那个我唱过一次，我师父也没有在台上唱过，但是那个太长了，真学不会啊，各位，太长了。我就在台上唱过一次，但是这个，要不您各位先下去休息一会儿啊。但是拆西厢呢，我算是啊唱过，也还不错。几位都累了啊，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吧。这老师您叫什么来着？严平老师。这位呢叫胡子毅，胡子毅，他闺女叫胡雪飞，长得很漂亮。那个那会儿我们住在一起啊，但不是庞各庄啊，他是后来我们那个小院也养狗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在那个也在那儿住，天天吃喝啥的，嗯，他跟我师娘弹弦儿那会儿。这位老师，您贵姓？张玉恒，张老师。张宇恒老师，胡子毅老师，啊，严平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这学不会，我的妈呀，学不会。我们三个人啊，还有一位，郎浩辰，刚才唱的那个《连环计》那位，我们四个人下午在一起对词儿，啊，错。小辫你赶紧啊，你准备一下。我们五个人下午是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排练啊。今天呢正式在台上给大家唱这段，不知道好与不好啊，反正最少两三年没唱了啊，因为这几年疫情也没怎么演出啊。原来翻场的时候唱，翻场的时候唱，已经好久没唱了。有忘词呢我就直接死去啊。开始吧。
了是吧？你看学不会，我的妈呀！我下午学一下午了。这样这样，我打错了，怨你吧。三位老师，您先别谈了啊，我先进去之后，您再阴着跟，好吧？来来来来，真会，我会。师傅，您别在这儿。盈盈满座，少儿托腮，叫声童娘，你快过来。你姑娘有见这个不明的事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个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钦差，唐宋相隔有这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。听您这嘴的笑，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。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，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，宋王爷开了那叫文考场，天下君子进来。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，关汉卿亲上万岁进了京来。老爷贪赃吐了悔，去了人家的好文才，三长没把写出这部西厢来。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，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。首一句但愿西厢下，二一句迎风不翻那开，三一句愿意姐呀，真是真哪来。这个家是家，黑是黑来着，白是啊白。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，下贱才总是这个下贱哪才。真金不怕烈火来炼，叫正哪怕那绣鞋歪。夜明珠未出土，真假难辨，单巴掌拍不响你愿着谁呀来。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，几句话把西厢今天很多人都翻场啊！我别的不会。
再会只有五环之歌了啊。这是古曲，这是古曲。我师父说了，谁唱别的立马扣钱。哎，这场的钱已经发了是吧？啊啊行了行了，这世界很酷。下面请您欣赏《荡行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耶、yeah. ！谢谢谢谢。嘿，对谁爱谁。谢谢，感谢啊！今天是我们天津德云社开业的第二天，对，第二场演出，满坑满谷的观众，还有二楼也有朋友、嗯、哈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贵不贵啊？那个，坐着呢。二楼听说是不是比楼下票价要贵一点，对吗？没关系，能抢到就不错，对不对？刚才二位说了一段我们后台不错的两个演员、嗯、是逗哏的叫张九龄，嗯，捧哏的叫王九龙。对，张九龄是我们新任的九队队长，为了天津成立的九队啊，这辈子我都没有当过队长啊、嗯、你当了队长，二位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，是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，该我们俩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嗯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啊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很年轻啊，今年本命年36岁，我叫岳云鹏，没有什么名气啊。今年还真是本命年啊。对啊，本命年啊，还真没有什么名气。这是我的搭档啊，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哎、我名字说出来，他叫孙越、哎。这个相声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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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小心眼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没有法儿不小心眼儿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过了那么多年连个掌声都没有，嗨，这不过劲儿了吗？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，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您说说。喜欢听相声。对了，有的朋友说你们相声是一门生意。哎，生意啊，靠相声赚钱。是，其实不是生意。怎么呢？相声就是诈骗，相声就是，哎哎哎，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出去报警去怎么办？就是一种手段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是生意呢？您说说。生出一个主意赚您的钱。哦，这叫生意。这叫生意，又叫买卖。哟呵，买和卖之间，我先买再卖，从中啊赚取这个利润。哦，有买有卖。哎，有买有卖。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啊，又不是买卖，又不是生意。嗯，相声是手艺。什么叫手艺？哎，第一排一大哥满脸懵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手艺呢？啊，您说戴着口罩都瞧得见去。这是我的一种表演方式嘛？是是是。哎，手艺是什么呢？脸熟。哦。脸熟是一宝。我就卖这张脸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现在虽然是什么大明星，但我从来我不说，知道吧？不说。我们刚说完，走上台，大家都认识，脸熟，但是没人鼓掌啊。即使他不认识，叫不上名字，他也脸熟啊。对对，照影子能看见。对对，我们俩走上台，哎，这逗哏的这谁来着？你看，哎呀，还挺熟，上过好几次春晚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好。哦，岳云鹏，哎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他能想起来啊？是脸熟啊，脸熟。嗯，孙老师也是。是啊，一提孙老师的名字，大家热情的鼓掌。脸熟是一宝，行了行了，过去了过去了。我还以为他们忘了呢。哎，还有他刚才提到这个买卖，买卖分很多种。哎，您说说，有赚钱的买卖，有不赚钱的买卖，抬头的买卖，低头的买卖，哦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很多种。哇、哦，怎么这么乱呀、啊？哎，刚才可能最后那个呢，大家听得比较诧异。啊，您说，什么叫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呢？怎么气死人的呢？怎么还有如此玄乎的买卖呢？哎呀，我给您解释一下。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您说说，不是现在，啊，当然现在也有啊。哦，现在也有。过去，过去什么时候？大
当铺。哦，那个老年间了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也有那个典当行，天津有吧？有有有。啊，天津也有这个典当行，连锁的。对，过去叫当铺。那是。哎，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《九九归一》，大伙看过吗？没有吧？没关系，太老了，没关系。他讲的就是当铺的故事。哦，就是卖当铺的。一进去之后呢，感觉特别的压抑，灯光也不是特别的亮。哦。关键是有一个特别高的柜台。啊，就那个大柜台。一人多高？哇，那干嘛那么高啊？哎，这是有讲究的。您说说。因为这个掌柜的呀，特别的气人。最早兰柜没有这么高，正常的兰柜吗？也就是80公分高。哎，这么高。嗯。正常兰柜，掌柜的气人，导致柜台越来越高。为什么呢？您说说。比如说啊，嗯，开张了，人家来当东西。当东西。比如说当把扇子。折扇。您看这个扇子。嗯。这位接过来，问人家当多少。是。当多少不就问不就完了吗？说话呀。拉长音。干嘛拉长音？他们这行的规矩。旁边有个写当的先生，让他注意，这儿来人了。哦，写当票的。哎，对了。嗯。哇，你瞧这模样。当东。少，听着就气人，我告诉你。他问人家当多少？是，这位说，哎，您给写20吧。20块钱。20干脆。当了。不要。不要，你干脆什么呀？不要，您说就完了。干脆什么呀？对呀。啊，您不要，您给多少钱呢？给多少钱呢？5毛。按提成那么来的。多少？20给5毛。20块钱东西给5毛钱？啊！我抽死你！这位，哎呀，他抽我！好，改不过来了。现在这相声没法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想看抽你，就喜欢看犯骚。你说这什么？啊、不什么词儿？这叫这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对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演员，你知道吗？是个尊严的演员。他抽我，怎么追也追不上？啊、柜台挡着呢。哦，给拦住了。想出一个方法。是。柜台啊，长高一截啊，就不好抬手了。哎，第二天又来一位。又来一位。还是当扇子，您给看这个。夏天的事儿。当多少？还这样。您给写20吧，20干脆。当了得了，不要，还不要？那您给多少钱呢？嗯，5毛。认准了，多少？5毛。20块钱东西给5毛钱？是，我抽死你！这不小孙他又抽我，怎么办？真欠抽。这位拿起东西走了。啊，走吧走吧。他追也追不上，是，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，就打不着了。3天又来一位，谁？大高个儿。大高个儿，嘿，您给看这个，是当多少？想起疼来了。20干脆，不要。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？5毛。认准了。我抽你。好的嘞，拿起人走了。好家伙，又抽我。哎呀，追也追不上，没办法，是只能把这柜台呀、啊。长得特别高，是这个道理。一人多高？哦，我对这个特别的了解。是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后台原来有个演员叫李文山。啊、哦，李先生。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，当时啊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他们家都倒着排是吧？李文山的父亲叫李小山，那是儿子，那是，你别倒着排呀、啊。反正李三爷啊，李三啊、哦，行三。哎、哦，李三爷，当时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三爷没有工作。哎呀，想找一个工作。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，应聘去了。这个李三爷本身说话就慢，慢性子啊。他问人家经理，嗯，经理，哎呦，我想找工作，天生干这个的。经理一听，这位说话这么慢，嗯，甭问呢，别的当铺干过啊？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行。我什么活都行。他什么都行，其实是示弱。示弱什么意思？在经理看来啊，他是自信。嗯，哎。甭问别的当铺干过，他什么都能干。哦，什么活都能行。行了，来我们这儿干吧。哎呦，你盯3柜。
什么叫三贵？哎，分头等贵、二等贵、三等贵。您说说。头等贵房契，特别值钱的东西。哦、房契地契。哎，头等贵去当。二等贵珍珠玛瑙。哦，也是值钱的东西。金银珠宝。二等贵去当。三等贵呢，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。哦，日用百货。你看三贵吧。哎呦，三贵。嗯。哦，怎么了？可以。真应了。应了。哎呦，有工作了。三爷胆儿太大。嗯，搬个凳子，就上岗了。干嘛搬个凳子？柜台特别高。哦，对对，好好。哎，搬个凳子，站着那儿的。跟旁边有个写账的，跟人握握手，聊聊天，这个熟悉一下，就上岗了。是，朋友们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过去穷人多，真来了当东西的了。嗯，人家这位是怎么回事呢？家里老母亲病了，哎呀，急等着用钱。是，这位呢，原来戏班的，戏班唱戏的。哎，不是唱戏的，这个乐队的。木点乐队是吧？哎，当一个什么呀？挠脖，挠脖，铜镲。哦，就那个镲是吧？哦，蓝布包着，蓝布包，心里很难过。是，抱着就过来了。救命钱！抬头一看，这位李三爷，哇，那还得递上去啊？瞧瞧吧，柜台高啊。嗯，心里难过。是，哎，又嚯，再给扔过去，扔，走你。跳过去了喂，别那么多话，就搁那儿了。搁那儿，他们睡了。这位一瞧，他打开啊，是打开之前，他唱，当多少？唱当，当多少？来拐弯了，哎，拐弯拉下来了这个音儿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认识，不是这挠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呦，有的朋友说现在谁不认识？嗯，过去看戏啊，嗯，乐队你是看不见的呀。乐队得侧木条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不认识，没见过，怎么办？啊，你说这东西不认识不行啊。旁边经理盯着呢，我头一桩买卖呀。哎呦，直接说不认识那不行。就那怎么着？他想出一好主意。您说。他问人家当多少？嗯，人家肯定报价，一报价我狠狠的往下压价。哦，这是他们这行的规矩。是，往狠了压。这位肯定就不当了，拿起东西你走，我等下一位。那就不用说是什么了。哎，多好的主意啊！聪明啊！当多少？啊，当多少？这个东西新的挺贵的啊，您给写30块钱吧。铜的，我急等着用钱啊。是是是，30干脆不要啊，不要。我也猜到了啊，我猜到了。那您说给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5毛，跟扇子一个价。多少？5毛啊。30块钱东西，啊，给5毛钱，嗯，均价。我当了。啊？当了？什么？不是，30块钱5毛，当？你再说一遍。都不相信自己了，那我们开心呢？啊，谁谈你开心了？再说一遍，我也当了，我急等着用钱，5毛钱也是钱呢。抓副药是副药，要不你再想一想？还劝人家呢？想什么？我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当了。嗯，他为什么这么为难呢？嗯，他得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说名字，旁边这个写当的他得写呀。啊，人家写完了撕下来，他给人钱呀。得当票，人家当了，那也得唱啊。唱。写那怎么唱、啊、准备好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新来的，我都特别喜欢跟新来的合作啊。对对对对，一般都特别有意思。唱吧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呦呵，我在等你。哎呦，写当了还真喜庆。写他很聪明。怎么呢？临时现编呢，他给编了一个名字。不是，这还能编上来？能编上来。哎呦，写啊，怎么编？缺箍短派，短派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。什么？铜草帽？铜草帽？啊，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你别纠结这个了。平时不能戴吗？啊，非得救火的时候戴吗？那不烫死了吗？如果是铜的，那肯定很烫啊。这废话嘛，这不是。你真有意思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幽默的人。这是幽默呀。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写完了。这位接过来。
拿着当票得换钱啊。嗯，接过来当东西的啊，也犯愣，童草帽啊，童那是草的，我没戴过呀。行，就别重复了啊，真有意思。嗯，你是个演员吧？嗨，喜剧演员。嗯，换了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来人家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？五毛钱不够用啊，还得当，得当啊。哎呀，当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单皮鼓。哦，戏台上单皮鼓。哎，小哒哒哒哒哒。哎呦，哎，蓝布包着就过来了，过来瞧，不是你，怎么呢？我找童草帽。干嘛还认准李三爷了？他比较有意思。哎呀呵，虽然他给的低，但是我喜欢他。哎呦呀，花五毛钱买个乐呗。李三爷就过来了，往那一站。嗯，好像是你的粉丝啊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哎，行了，就柜台这儿见的。对，找的就是你。是，走你。哟呵，哎，又递上去了。这次来呢，就不像昨天那么的难过了。哎呦呵，兴许他在等一个什么东西。是是是是，知道吗？打开，当多少？一听这就知道不认识，还是不认识。哎呀，很正常啊。按照昨天的方法来，又来问人家当多少。嗯，当多少？四十。哦，这个比昨天那个贵四十了。对，贵。哎，这贵四十。四十干脆不要啊。我知道。你喝。我知道，那当出理来了。你给多少？嗯，哼，四毛。人家长他还往家唠呢。好的，大哥不讲理了啊。对呀，昨天还五毛呢，今儿四毛啊，这过了分了。这个当了。呀，当了。这位多缺钱呀。这是唱当吧。唱唱吧。你再琢磨琢磨。别劝人家了。我不琢磨，当了。当四毛钱也是钱。好，鞋抓点钥匙还在身边呢。嗯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嗯，昨天回家跟我媳妇一说童草帽。嗯，我们俩乐半天。解了闷儿。我跟我媳妇笑点都特别的低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童草帽还救火用的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赶紧唱，我等不及了。捡乐的，去你的吧！这叫什么话？鞋鞋，现编的，唱啊！碎木传就，钉子拼凑，钉子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，小皮洗脸盆，什么？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。是这么说的。大哥，嗯，你莫名的戳中了我的笑点。这笑点太低了。小皮洗脸盆能装水吗？装水，装水不响了。还得旅行，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旅行用啊。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嗯，四毛。真便宜。嘿，您说的东西倒是便宜啊。对，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这位接过来。嗯，什么？又来一个。什么？是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。对，真有意思啊。嗯，你肯定是说相声的。对，他儿子是。你爸爸还是个捧哏的啊。真是真有意思。嗯，拿着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啊？九毛钱不够用的呀。啊，你要这么当去，妈得死了，我跟你说。老太太等不及了。哎，哎呀，这位抱着东西又来了。要什么呀？这回啊，嗯，是一面锣。哦，戏台上的大铜锣。大铜锣。哦，这大伙都见过吧？这都认识。哎，蓝布包着。嗯，哎，对，就是你。三爷，就是找的就是你。来，走你。好的嘞。这回打开一瞧，还是不认识。就没见过戏班，我跟你说。当多少？无所谓。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给多少都行。你肯定是狠狠的压价。哎，对，我就报个五十吧。又涨五十，干脆。我知道你不要。哎，这好，不用干脆。嗯，给多少？给多少？三毛。又降一毛。当了，当了。好，赶紧唱当。它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等不及了。非得听听。哎，一会儿我就赎回来。好的。我就为了这个过程。这不起哄吗？快点，三毛。嗯。你去死吧你。怎么说人主顾呢？
写吧，早我就准备好了。哎，对，昨天晚上回家跟我媳妇一聊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，我们俩又露半宿，哈哈，太有意思了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。哎呀，写，快写，来吧，唱吧。废铜烂铁打造，废铜烂铁，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。大铜饼铛，大铜饼铛，那搁上去不就糊了吗？跟草帽一个原理啊。还野炊用的啊？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出门用呗。又是野炊，又是旅行，啊，还救火，这出门出去着火了呗？那就是，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3毛。真便宜，真不贵。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。野炊用的大铜饼铛，对，烙饼用的，有意思啊。啊，你等着我。怎么呢？你等着我。干嘛等着你？我现在就找东西去。上瘾了，这位当时就回家了。哎呀，找东西去了。找啊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？真找着一样东西。找着什么呀？帽镜。哦，老式的帽镜，现在不多见了啊。过去有帽镜，打这边看呢是一个镜子，打后边看是木头，就箱子木头上的镜子。哎，箱子里头。对对对，抱着就过来了，抱着抱着啊，镜面冲着自己。啊，怕脆了，怕脆了。嗯，你别闹啊。别闹，你别闹啊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呵，一会儿我就知道了。哎呀。当铺该起名宣了，抱着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就是你啊，还等着我呢。三爷，走你。递给他们，递上去了。嗯，不用蓝布包着，肯定不认识。肯定不认识，因为背面对着他。啊，是是。当多少？给钱就当。你喝。我就为听他的名字。对，就为抻练你来的。一毛无所谓。哎呦呦呵，无所谓，赶紧唱当。就为听那个。写。准备好了，哎，对，准备好了，大铜饼铛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，我等不及了。得让你们俩挤得死他。写吧。缺砖短瓦，短瓦。木头小影呗一个。木头小影呗，木头小影呗。哎呦，多少钱呢？1毛，刷刷点点，正要写。真便宜。这位他的收档啊。是啊，得把这东西收回来呀。是啊，一收不要紧。怎么呢？镜面冲着自己了。哦，镜面里头转过来了。这点认识了。别忙，还有。还有。内有八仙桌子一张，椅子两把，暖瓶一个。嘿，内有一人，好像是我。嗯。我怎么瞧他？嗯。他怎么瞧我？嗯。哦，这是个镜子。瞧出来了。这世界很酷。